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协商啊。那么我们先介绍与会的各部会的代表。首先我们介绍交通部林佳龙林部长。再来我们介绍司法院吕太郎秘书长。还有内政部陈宗彦次长。还有法务部蔡必仲政务委员政务次长，还有卫福部苏立琼政务次长，还有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黄副主任委员，还有我们经济部标准检验局连局长好，那么上一次我们大概进行到希望礼拜一委员会的关于整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能够把他们的协商，把他们的委员会的结论也能够送到协商党团的协商会议来。那昨天他们大概有11条有11条，其中大概有2条是跟我们上一次4次协商的8个条文里面是重复的，那有3条是新增的部分，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大概总共是有11个条文有11个条文。大家有没有手上有没有这一个3月26号就是今天要协商这一章有啦哈。这个就是把昨天的委员会加上我们过去都一样那么大家手上都有另外就是主条文的全条文的内容就是在大本的部分所以等一下我们没有争议的部分我们就有共识嘛，我们就依共识处理。那有争议的部分，大家再来进行讨论，应该能不能取得共识？一方面，我们上一次也请行政部门能够提出他们的看法，那我们就针对整个的条文的顺序从第9条开始来处理。不知道这样的程序进行，各党团有没有意见？好，来，请黄委员。那个，因为上一次为了要给行政部门更多的时间去统一他们的看法，那否则从委员会到协商的经验是说，有的时候行政部门具体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所以上一次协商有特别拜托回去行政部门统一他们的看法。对，那我建议说，今天是不是为了要促进协商的效率啊？因为毕竟非常多的条文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过了。对，那现在固然是有上一次我们第4次协商的时候，所谓啦的结论。当然有没有结论，有的人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但是就上一次我们第4次协商的那一个结论的基础之上。行政部门今天有没有提他们希望采取的立场的条文出来？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请行政部门把你们希望采取的条文的内容能够提供给大家，这样子比较好讨论嘛？好，这个我们这样子啦如果大家有共识的部分，就依共识处理。好。没有共识的部分，那行政部门有没有他们的版本再提交给各党团来做参考，这样好不好？好，我们也要整理一个版本就如果这个大院需要，我们现在就直接发行政院的版本在哪里？是这一本吗？今晚行政院
交通部有拟制一个他们的的看法。好，阿妹讲版本不要紧，都会提出来，大家拢再拜讨论。安在紧啦，不要紧啦，反正都要面对的嘛。啊，你这个这个是昨天的，不是哦。昨天，而且昨天交通部建议的，今天再提出来。妈，你就把第一栏这个交通部建议条文这一个栏 copy 出来，十一个条文给大家就好，你不要一整本嘛。整本也无所谓，不啦，整本我们现在要印啊。对，我们没有办法印那么大的整本，我们就印一他的栏就好。什么解纲嘛？报告院长哈，我们是有准备。好，那就发给大家。来，有了，不是啊？怎么会？这种东西早上刚议事人员有，不是啦，那个刚拿到，我们没有，那个刚拿到而已啦。先印好不好？先印可以吗？现在他们有准备啦。对啊，喂，我们这边准备，所以还没有发给大家。好，那赶快发一发就好了。好，那你现在赶快发了，是他们今天早上才刚拿来给我们。我还没有看过啊，反正都大家一起来看待嘛。印好一整本，那就发给大家各党。好，那交通部有提出他们的建议条文啊，那我们现在就进入逐条的一个协商啊。首先，我们先从第九条开始。第九条啊，我看在过去的协商啊，包括昨天的讨论。包括交通部啊，都建议啊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请问各党团有没有什么意见？第九条，没有。好，那没有意见啊，我们第九条啊，我们就啊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第九条，我说第九条的部分啊。好，那现在进入第。我们的版本的第十八条之二，第十八条之二在交通部的部分，第十八条之二啊，在过去的协商啊，在过去的协商，啊。我是说326，他们过去四次协商的结论是在哪里？好，这是昨天的案子。昨天新来的。好，那新来的就在我们第九条，就在这里啊，是不是？在哪里？十八条之二在哪里？所以太多版本嘛，你现在你只要整理一个版本就一本就好，在哪里？十八条之二，你征信吧。蓝色的就是昨天的。蓝色是昨天的啊、哦。这个蓝色的啊、哦，嘛，这个第十八条之二是昨天哦，委员会才就有委员提出啊、哦。那审查的结果是不予增订，那针对十八条之二，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如果十八条之二啊，大家觉得不予增订，那我们十八条之二就不予增订。十八条是关于酒精所的部分，是不是？对。那后面还有吗？它是病三十五吗？有病三十五吗？有。那院长，好。院长，我先说明一下，如果十八条之二没有增订的话，要先因为在直播就把它讲清楚了。这一条是所有这一条新增的哦，是所有的新领照的汽车都要加酒精所了。那后面要处理的其实是有那个酒驾的累犯才处理的。没关系，我们这条对新增好三十五这一条三十五条就有这个议题，所以我们第十八条就不予增订了啊，我们就不予增订。就是不对所有新车都处理酒精所。好，现在啊，进入第三十五条啊，第三十五条，那么啊，协商是啊，有一个协商的结果的条文呢啊，大家看一下啊，在第二页啊，在我们用啊全条文的第二页啊，就是第三十五条。要不要请委员会这边先读一遍来？啊，不要读。啊，但是好，要家己看，我也不反对。如果大家都，其实你们协商事事大概都知道问题住在哪里。好，来，请陈委员。院长、各位同仁，不好意思哦，因为第三十五条，亲民党这边有一个修正东西，是不是先就是发下去给大家？好，来。消化下来修正的部分就是说，那个无论大致来上，无论汽机车，其实都是均罚3万到9万，因为我们认为说本质上其实都是酒驾哦，所以用提高法人这部分来应犯这个因应这个防范。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累犯者罚36万，那第三次起按次加罚18万。好，那如果造成了重伤或死亡的部分呢，我们就直接没入车辆。那包括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所谓连坐法的部分。他说汽车就是我们罚汽车的所有权人及同车的乘客，这个部分哦是亲民党团这边比较坚持的哦。那我们罚的罚源大概就6000至3万，然后包括有肇事者也有赋予相对的连带责任。如果大家针对第三十五条，亲民党的修正哦，刚才陈委员也大概谈过哦。那么针对第三十五条，各党团有没有什么意见？来，请沈委员，再请黄委员。在三十五条，昨天哈、在委员会有一个修正动议哈、就是在这个三十五条条文的第三行里面。就驾驶人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一款前段拘留一日以上三日以下，拘留以24小时为一日，遇有依法加重时，合计不得逾5日。就是加这一段社会秩序维护法，就是我们主要的立法的意义是，很多人不怕罚，而怕这个管收啊，就是说那个把它拘禁啊拘留，所以就加了这一段。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我原条文哈、在2月26号协商的时候，原条文里面的主文不见了，所以我还是再次强调，这个主文在这里就是酒精所的主文哈、在一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二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及其相类似之管制药品，下面加了一段，就是汽车驾驶人有前项第一款之情形者，其驾驶之车辆应加装酒精器皿、点火制锁装置，就是俗称的酒精锁。这是这个部分的修法。好，还这第三十五条，我们原来的修正的内容就是在这里。这个哈、因为我们这个版本太多哦，而且昨天又有在修正条文，所以我们拜托大家要说明之前哦，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页数是在第几页？好，因为我们这样全部大家都在翻第几页，
刚才沈委员讲的是第三十五条，他是在从啊从五十七页开始，56页啊，他怎么跟我讲？主席啊，你是要翻哪一本啊？太多本了。所以来委员会，你们告诉我，我们现在党团要看哪一本来投？对啊，看哪一本为主啊？真的不知道。你不要选的是哪一本，因为选的有大本有小本。你现在是这一本吗？好，大家看这一本啊，我们就看这一本好不好？好，这个叫这哈、哦。那现在讲的三十五条啊，刚才沈委员讲的是在三十五条是在第这一本的第几页？把第几页你就告诉我，你不要讲什么拘留两个字而已、那个，这个是有前文的、啊。在68页。好，我们就看68页，来，大家翻到第68页。68页到69页那一小段有横杠的。好，来第35条68页，你是讲到驾驶人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19条。第一项第一款前段拘留一日以上三日以下，拘留24小时为一日，这一段嘛？对。你们是希望能够增加这35条的第一项的，要增加这一段嘛？对对。然后下面酒精所在69页的下面。69页是汽车驾驶人有前项第一款之情形者，其驾驶之车辆应加装酒精器皿点火自首装置。你们是希望？这是党团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不是，我本来就原始提案在。我知道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党团的意见。我们党团没讨论过吗？这不是同真的省智慧啊，怎么写成童慧珍呢？因为修正动议要辩论。可是我这原始条文汽车那个酒精所是我啊，35条的这个酒精所是我提的、啊，不是童慧珍。那我本来就昨天讨论的条文啦、啊，我省智慧等23个委员提案呢、啊。这个。这个35条本来就有提案。你用麦克风回答他来。这个涉及我们将来留作记录，哎，这个35条那个酒精所是我提的。我在57页哦，酒精所。57页，对，57页。对了，57页，对了。57页的。是。好，来，请黄委员，再请那个肖委员。没有写这一段就是没有用。你只是写知道，我知道，没有把它写进去。那个，因为之前已经协商过很多次了，我直接切入正题哈、哦。那我要提的2点意见是以在2月的时候达成共识的那个条文跟。今天交通部所提出来的建议条文，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哦、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交通部针对有关于酒驾的罚锾，他们希望能够采取一个立法的精神，也就是让汽机车分流、哦，让汽机车分流的这一个大的方向，从汽机车它本身所造成风险跟危害的程度来看的话，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但问题是什么？但问题是，汽机车分流的这一件事情，现在虽然没有在道交条例里面把它明文的分流，但是已经在现行法的财罚基准里面分流了。也就是我们的现行法现在规定的是15000到90000元，那当你抓到酒驾的人的时候，到底要罚15000还是要罚90000元呢？本来的法条是给交通部一个裁量的空间，好，那这个裁量的空间要如何的行使？事实上，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表
它就按照机车、小型车、大型车以及在呼气的时候，到底是 0.15、0.25、0.4、0.55，还是拒绝稽查酒测，它已经有一个裁罚的基准表出来了。也就是说，交通部这一次他提出来所谓汽机车要分流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在现行的裁罚基准里面已经做了这一件事情了。好，那回到我们这一次的修正，我们这次的修正在上一次有协商结论的时候，是希望把裁罚最低的金额从15,000提高到30,000，然后上限是90,000。好，那现在交通部他所提出来的是机车他希望继续的维持15,000到90,000，那汽车才提高30,000到90,000。我昨天在委员会的时候，我有请交通部回去再思考一下，因为你如果说你要动到母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讲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你要动到母法，针对汽机车你就要分流的话，那你要认真的去思考，是说如果你立法上面的理论是汽机车它所产生的风险跟危害会有不同的话，那你为什么上限的部分针对汽车的部分你没有把它往上随之调整，而是跟机车的上限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在你整个的立法体例上，如果你一个出发点是机车汽车风险不同，危害不同，那因此要分流处理的话，那你怎么会分流处理只处理最低限，而没有连同最高限一并处理？这个是我在昨天在委员会我已经提出来的问题，但是我到现在看到交通部今天所提出来的所谓建议条文还是跟昨天采取的立场一样，那是不是可以请交通部具体说明一下，说你们的理由是什么，想法是什么，以及可能或许是最重要的，是说如果汽机车要分流在母法里面，汽车的上限你们愿不愿意随同一并往上调整？譬如说啦，我先丢一个可能的建议出来，机车维持在15,000到90,000，汽车的部分随同调整，就不是维持30,000到90,000，而是30,000到12,000，让它的最高限也有所差异化。那这个方向交通部是100%，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协商大家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不要再做什么心中保留打太极拳，你们是绝对不赞成，还是也认同说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好，第二个部分我要请教交通部的是，跟上一次协商的结论不一样的地方哦，是你们针对同行者责任的部分，那条文如同部长之前所宣示的，说部长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条文，那针对这件事情我要给部长肯定，就是部长有守住你的政治承诺。那我现在在谈的是里面细部具体的调整，里面细部具体的调整总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你们把标准从本来的 0.15 在道交条例的一下子拉到 0.25 了，那你把它拉到 0.25， 也就是你把它进入所谓刑事处罚的标准，才有这一个同行者的责任。但是你如果看日本他们在处理同行者的责任的地方，他们虽然是一开始就把它放在刑事处罚里面，但是他们的刑事处罚有两个层次。校长怎么样？想这样来好不好？这样这样来了，这样都不会说出来，你现在要投一项哦，是可以啊，那就看主席的建议，是我们一个争点一个争点处理，还是要一条一条处理嘛？对，一条一条。不好意思啊，啊，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是请主席裁示？如果院长裁示一个争点一个争点来，那我们就一个争点一个争点处理。爸，我们这样子的，争点一个争点来嘛，哈，不要一直讲。好，好，好，来来，校委有很多种，因为末路的连坐等等哈。因为花车增加了，好，院长，对头，我建议这样，135条里面的元素很多，包含酒精锁的议题，包含
要不要拘留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这个比照办理的问题，那也包含连坐同行者责任的问题，也包含汽机车要不要分流有不同的处罚额度，以及这个处罚上下限要不要拉高的这个问题总共至少有这五个元素在里面，所以我要建议院长，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议题来讨论哈啊，这样比较能够聚焦。那因为版本真的很多，那我们就以这五个元素来做讨论。好，这样子哈，我们还是要拜托各党团，这边是党团协商，不是委员会的协商，所以委员个人不要有党团提出，委员个人再提出啦，因为这样会搞不完啦。这边各党自己整合变成一个提案，好不好？好，好，这边是党团协商哦，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协商，所以我们接受党团的提案，但我们不接受委员个人个别的提案。委员如果要个别提案，请交给党团来提。好，来。不好意思，我只讲两句话。就是其实我们上礼拜已经有达成共识，就今天来这边协商，就拜托大家以党团的立场。对啦，对啦，这讲过。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高见，但是这样子继续开花下去的话，永远不会有结果了啊。对啦。第二个，我也赞成说用争点来讨论，但是刚刚在发言的时候，事实上大家也会看到是丢的争点的层次都不太一样嘛。对。啊，我刚主要希望发言的重点是从上一次最后一次协商有共识，到今天交通部提出有不同条文，两者之间的歧义。那刚刚院长建议说以争点来讨论，我也赞成。所以是不是院长现在先宣示说四个党团到底现在要讨论什么争点？那我们就四个党团同时针对那个争点来表示看法。好，好，来，请各位。今天大家都知道，众所瞩目，大家都看了，好、哦。第一个原则性，我们先处理了，好、哦。我希望大家发言的时候能集中，好、哦。所以有一个争点，一个争点来。至于刚才黄国昌委员所说，2月20号协商有共识，那个没有签名都没有共识，现在。既然这点来说，就全部打开一起看待，因为昨天版本嘛，不是以上次所谓2月26号景仁那讲完了以后没有签的，那个为那不是共识，那个没共了，顶好共，所以这样才会很清楚，或者咬住那个又坚持那一个不对的，所以当然我赞成就党团一个立场了，好，好，主席，好来，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你现在协商大概也只有两三个小时可以协商，好不好？就算中午开下去也是三四个小时。嗯哼。那这个条文跟提案的人都这么多了，虽然说委员会昨天也有讨论了，哦，那你总是要有一个基础来讨论，否则你说全部又打开的话，那不晓得又要回到什么时候。所以2月26号的协商结果，它还是一个基础，好，不见得是都有共识，但至少是一个条文的基础在那里。所以应该是用2月26号的条文基础，然后针对2月26号的这个条文基础，要加要减，透过党团提案拿出来，对，交通部马上做回应，对你到底可不可以？所以我们啊，否则这个交通部已经整理出来一个，就再把整个条文看交通部的立场嘛，没这条没有公说，争点就是这些而已啊，没话公说啊，万一属于就是好来，你要有一个基础，啊。你才有办法说哪些要加，哪些要减。否则你现在全部打开，那等于我们没有基础，我们又从头来。其实重点就是那些而已，没有什么答案。来这样子啦，我来处理哈。第一点哈，我们就以过去四次协商的结论作为讨论的基础。那昨天新增加的部分当然是新增加的条文。那不在协商过去协商之内。第二，过去协商如果跟交通部之间有差异，我们就请交通部来说明。那如果过去2月26协商已经大家有共识，都觉得这样可以。院长没有签名回来共识，不要再一直讲。我你要尊重主席的讲话的权利嘛，哦，我才是你可以反对，但是我在讲话，我的意思是说，第一，我们协商的版本就以过去四次协商2月26号协商的结论，八个条文的协商结论来处理，
第二，如果交通部对于2月26号还是其他党团针对2月26号协商结论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提出修正动议，因为交通部有他的版本，党团你也可以有你的版本。那如果我们针对这个协商没有结论，这个就是没有共识，就是院会各自党团提出修正动议案到院会表决嘛，当然是要这样处理。那现在我知道你柯委员的意思是说，纵然是2月26号的协商也是有争点，我们就以争点一项一项来，是这样子吗？我意思说大家不要咬住什么2月26号有共识，有共识就大家签名就通过去了，不是共识啦，应该用过共识也好，应该用照刚才肖美玲讲的没有错，争点一样一样来啊，现在马上要碰到了嘛，那是马上就要碰到交通部来回答，因为就这几条而已嘛，那全部要打开一起看待。对啊，院长，我再说，其他不能讨论。多对，院长，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哈，你要一个基础条文呐。对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不见是共识，可是有一个基础条文，你念完之后，要加要减的党团你提出来嘛，你要一个基础条文嘛，否则我们不晓得拿一个做基础啊，是有现行版做基础，还是？2月26号，所有人的版本都要平行看待的，然后交通部交通部表示立场就好了嘛。那在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在这里针对每一个人的条文来处理，我还是以党团的修正动议作为协商的一个依据的啊。这个是绝对是这边的协商，没有所谓个人呐啊，这样我们会没完没了。我们现在第35条。主席，你这样讲此言差矣。那天我在上礼拜我在这里，你讲说如果这个礼拜一委员会有开的内容拿进来并案讨论，那你如果并案的也都不算，还党团盖章，那并什么案？你开什么会啊？不，你这样讲，沈委员，从3年来这边的协商都是以党团的提议为主啦。你请你党团帮你提修正案嘛？不，院长，你讲得很清楚，礼拜一的10个条文开委员会审查，不管有审查没审查，全部都提到这，都送到这。昨天是委员会审查完毕，送回来这里参加朝野协商嘛？是不是？那意思说昨天都白开喽？那昨天的会你也可以，昨天的会委员会有结论嘛？有没有结论嘛？我也不是不是有没有结论，我们这边有嘛，应该有送来吧嘛，我们这边有嘛，有结论就会有嘛，那个就是昨天的修正动议嘛，那是昨天委员会的修正动议。如果昨天针对第35条他的审议的结论跟协商的结论完全一致都没有改变的话，表示他是遵照过去的协商结论，你的提案就是新的提案嘛。那如果你的提案在昨天是被纳入委员会的结论送到这边来，一定会有讨论到嘛。但是你不能用个人啊，因为上个礼拜我们都讲得很清楚，这边是讨论党团的提案，昨天你的提案如果委员会有接受，他有结论送到这边来，我们依然会讨论到，但是你不能够现在就用你个人要提出案子要我们讨论你的案。那院长哈，那个昨天在交通委员会的时候就有那个现场3个交通委员联署提案修正，但联署不已经有纳入委员会讨论，然后就提来今天啦。有纳入讨论不见得委员会的结论是你在纳入讨论的提案啊，有点复杂。对啊，所以今天的协商是以党团的协商嘛。好，我们现在就进行35条。如果等一下你对35条有意见，你可以表示意见。好，来，那我们就以一项一项来啊。这里面大概有5个，刚才讲的一个是分流嘛。对。好。那第二个就是分流之后罚款要不要汽车随着增加嘛？哦，你机车增加，对，那第三是拘留，第四酒精手，第五是同车共责嘛？是，还有末路的问题，还有是不是这五点？还有末路，还有一个末路，吊扣人员线。
还有没入，还有吊扣，那这样不止五项呢。好，讲来拿讲来吧。好，来来。院长，各位同仁，我针对刚才黄委员所讲到的，就是说汽机车分流跟他罚还的上下限的问题啊，在两年前呢，就是106年5月12号的那个4月的审查会的时候，那时候的状况我跟大家还原一下，因为林佳龙部长那时候还没有上任，当时在讨论的其实本来的条文里面没有累犯累计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只有1万5到9万的概念，那后来在讨论的过程中，委员会就加了说，那后面的累犯就一直叠上去，哦，那所以才会变成说你上限没有调整，但是对于累犯我们就加以累计的处理。那现在的累犯的加重处罚，那看起来大家都没有意见了，所以照黄国昌委员刚才的说法，会变成说，如果我们汽机车分流，因为的确我们后来发现说机车可能造成的伤亡，包含对自己，包含对其他人，没有那么大。所以如果把它分开来的时候，那汽车是不是往上叠，那叠完了之后是不是再累犯也继续叠上去，那就是另外一个，等于是另外一个算式了啦。我以上把背景的状况跟大家提供一下。好，来请林部长来。好，谢谢哈。我们交通部就是根据啊226的协商结果以及啊325的委员会啊的审查作为基础啊，再提我们的建议的条文。那根据这样子，好，我想，首先呢，35条第一项这个酒驾罚款的上下限，一个问题是，你怎么定？但是到了法院呢，因为判得轻，好，所以当时226的这个党团协商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去动上限9万，啊，如果大院好要调整上限，我们是尊重。好，那当时就是因为下限呢，啊，定得太低，就都罚得很低，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我想立法是希望把它提高，可提高又发现说汽车跟机车不一样，尤其如果现在又有累犯累计，好，来罚的话，那对机车有时候啊，我们要考虑到城乡差距，好，以及就是说稍微贫富的一点差异啊，那这个让它分流，好，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是分流，好，就是把机车从汽车里面再分出来，然后并没有去动那个下限1.5万，好，但是让汽车可以提高到3万，好，下限。至于上限的部分，我们是尊重大。那你可以接受了，简单讲可以接受。黄委员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下限汽车是往上升嘛，那为什么最高额你没有往上升嘛？对，我的说明是说，我们是基于尊重，可以接受，你就讲可以接受。是啊，好，里面有一个9万呐。好，我们就不去动那个。另外一个是在执法上面，常常是因为其实是罚最低的，所以我们希望把下限提高。好，这个是当时这个意志。但是对于上限的相对应要怎么处理，我们是尊重这个党团的协商。好，来，请各位。35条第一项有两个问题的，一个罚多少，一个吊扣时间多久。啊，大概这两个问题嘛。那过去是这样嘛，是1万5到9万嘛。后来现在大家有谈到说，这个也是草率，第一次就要罚1万5到9万嘛。对，啊，所以现在后来在不管3月26号那提出的是变成3万到9万嘛，对不对？啊，那吊扣时间是1年变2年嘛，但是也有在未成年小孩子的时候，12岁以下小孩，或是肇事重伤致死的，好，过去吊扣时间是2年嘛，那后来改为4年嘛，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两个不一样，你后来话在，后来要不要分流？那吊的时间啊，吊的时间的问题，所以大家计较，是不是大家计较一点？就是说，院长，安内哈，城乡差距的问题都是一。因为奥多麦，好几麦行不行？为止1万5，这个问题啊，还是第一次就是一样是3万，和汽车一样，这个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而已啊。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9万的上限，第一次我这样讲说，第一次9万的上限要不要往上拉的问题？那现在版本里面，我不知道9万往上拉的有没有了哈。那你交通部现在的意见就是说，
能够分流嘛，是不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说调货时间的问题嘛，紧泥变成冷泥嘛，冷泥变细泥嘛，所以交通部是说这个一年到两年嘛，就是要分流的概念嘛，对不对？大概这样，所以那两年到四年，就二到四年，不是直接调到四年，应该是这样子。请各位委员大家参酌一下，啊、哦，在二月二十六号的协商是没有分流一致的哈。那现在交通部是建议啊，我们机车跟汽车把它分流了，好、哦、对不对？好，那机车的部分是维持一万五了，但汽车到三万啦，但是最高都是九万啦。那大家先来党团先来处理，要不要分流？机车跟汽车要不要分流啦？好，来，我大概再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汽机车本来就已经分流了。我为什么说本来就已经分流了？因为在财阀基准里面就已经分流了。现在在罚汽车没有再罚一万五的，现在在罚汽车最低一开始就是一万九千五，小型车、大型车就是两万二。本来就分流，只是在财阀基准里面分流，没有在母法里面分流。那第二个我要跟部长讲哦。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是道交条例，事后当然会有法院审查的可能性，但基本上要罚多少钱，一出手的人就是行政机关，就警政单位啊，到底要罚开一万五的罚单，开两万二的罚单，开三万、开九万的罚单，都是警政单位他们在处理的。好，第二个大的理念上，你要把汽机车分流的概念从现在的财阀基准提升到母法，提升到母法，要这样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愿意支持。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分流的话，你不能造成未来在定财阀基准一个畸形的状况。什么畸形的状况？哦，机车你的材量是一万五到九万，汽车你的风险危害你说比较大，所以下限要往上拉，那你为什么汽车的上限不往上拉呢？因为你到时候吼，你这个母法一定下去以后，你在定这个财阀基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在母法分流以后，但是一个只动下限不动上限，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最后，刚刚有委员说啊，从过去一直讨论到最后啊，上限本来就是九万，也没有人提案去动，是因为大家本来的认识就是汽机车的分流是在财阀基准做的，没有提升到母法，所以当然不会去动母法那一边的东西。而且我必须要再讲哦，现在所谓第四次协商的共识，针对第一项的部分，一万五到九万提高为三万到九万。调照的时间从一年提升到两年，然后如果有小孩的话造成伤害，从两年提升到四年。这个建议条文是谁提的？这个建议条文是在第一次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交通部的代表当场提出，综合所有委员党团的提案跟动议，交通部的代表提出来的修正条文。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接下来两年的协商大家都是以交通部提出来的条文来当作讨论的基础。好，新部长新气象，就是过去的交通部发生什么事情算了，要重新讨论不是不行，但是我还是建议说，如果真的要分流的话，不能够只动下限而不动上限。这可以讨论吗？好，来请周恩。我想大家已经讨论到说这个上限要不要动哈，那我们的上限在我们这现行法是九万块嘛哈，那九万块我们这条处罚的一个标准是你的酒测值是0.15到0.25，如果超过0.25，我们是到刑法的185-3来处理，也就是说你超过0.25的时候，我们是用刑法来处理。那在现在目前的刑法的这个体制下，
当然大家对法院的判决量处过轻，大家也都有一些意见。那九万块就等于是我们在刑法里面的有期徒刑三个月，等于说你一个月是三万块。那现在我们在道交这边，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聚焦，它是在酒测值0.15到0.25，0.25超过以上就到刑事。那如果说我们这边的上限九万块是相当于有期徒刑三个月，大家认为说这样子的话，到底是我们要去检讨法院的量刑是不是过轻，还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检讨行政法0.15到0.25这边的处罚，这个上限九万元过轻？我在这边建议大家要把刑法那边的考量进去，因为这是两个，0.25以下是在这边处理的，0.25以上是在刑事那边处理的，那你这边要提高，那将来在刑法那边的裁量，大家要做一个配套，社会要有一致的标准。好，还有没有啊？党团有意见？这样子的啊，这个分流先来确定，大家啊觉得要不要分流？把讲很明确啊，要不要分流？是因为说你本来就是1.5万到9万，对。那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如果我们在这边不处理分流，对，就是看起来是维持1.95万到9万，那你就要在裁量表里面再处理了。哦，就是这个差别。那如果要提高，因为本来是因为有提高到3万，对，后来大家讨论过之后，认为说汽机车分流似乎是可行，所以这边才分流了。所以我个人是赞成分流，好，但是后面的累犯就通通一样，不管汽机车都是长辈般开戏啊了。对了，对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各党团，好，来黄伟，我建议那个刚院长的才是很明快了，大家就针对争点具体表示看法嘛。对了，如果大家都赞成在母法里面分流，因为我必须要再强调，本来就有分流，在财阀基准你一看就知道，现在汽车没有再罚15000的啦。一出手就是19500，大的车就是22000，按照土气的酒测值的不同再往上加嘛。好，那现在如果说我尊重其他党团大家看法，大家也认同说我们现在的分流不要只是在财阀基准拉到母法上来的话，那剩下要解决的问题只有，那就针对机车的部分我们不动，维持15000到9万。针对汽车的部分，是只要动下线还是上线要一并的动？好，这个就是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分流没有问题，大家都接受嘛？哦，好，因为机车跟汽车，如果对外面的感觉，汽车的酒驾会比机车还严重了，所以分流好 OK。那刚现在就是要处理第二个就是。好，分流之后，汽车的下限是往上提升到3万，那上限要不要提升？对了，现在就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交通部九万提升到大概几万，它是一样的一致，那要不要提高？本来是19000嘛，现在变成到9万嘛，现在19000到9万嘛。对。刚才讲的刑法和那个刑法上面真的，那这个一致性哈、哦，这个交通部的从现行的19000拉到9万了吧，对吧？应该是这样吧。现行就是9万呐、啊，不是、啊、底是底了、啊、底现行是都是9万呐、啊，底是机车、汽车都是9万呐、啊，那现在从汽车从15000拉到3万。那机车跟汽车上限都是9万，那要不要汽车的部分？因为它的下限往上拉，所以你的上限也要往上拉。现在的重点就在这里了。那照比例应该18万啊？啊？照比例的话就十八万就是判6个月。应该是12万啊，不能用这样的比例一倍哦，不能用这样子的。12万、啊，我不讲一下嘛？好，应该是12万啊。来，那个我不讲一下，那周淑敏刚才讲的那个嘛，我要针对上限，
这个党团协商啦、啊，或者是昨天的委员会这个提高，我们交通部并不反对，好、哦，就是说提高到12万。好啦，但是12万应该因为这涉及到跟刑法之间，大家刚刚讨论的那个啊、哦，这一致性。把这个过了之后，刑法那边我们再讨论，就会参考我们今天通过 的法案来做配合啦。那我补充一下，来，因为礼拜四就要审了嘛。我们木板的部分哈、哦，那个有关0.225毫克的这个部分，还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变科20万元以下罚金、啊。两年以下、啊。哎。啊，在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坚持啊，这个如果到时候讨论的时候就没有。好，来，请方委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把它换成所谓金钱的价值，去看两者之间的 balance。但是这样子讨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把行政罚的性质跟刑罚的性质。两者之间完全的去做混淆。我为什么这样讲？当科处刑罚的时候，那个是有刑事犯罪的烙印，它在性质上面跟行政罚两者之间，就是处于就是两个领域的东西啊。第二个部分，如果我们今天在讨论行政罚还的时候，你要是屈从于现在实务上，针对酒驾，第一次大概标准行情啊。2个月到3个月，然后一颗罚金，然后你用每天1000元的最低额去计算，因为现在刑罚的体系是最低一天1000块嘛，所以一个月才会用3万块去算，2个月6万块，3个月9万块嘛。但是我们刑罚在一颗罚金的时候，从来不是机械性的要求，你一天只能1000块，一天可以到3000块。也就是在刑法的体系里面，一个月就可以到9万元的罚金，2个月可以到18万元的罚金，3个月就往上累加。那怎么会用现在在刑法里面就最低那样子的状况来作为限制我们现在在处理行政法上面所应该要科处罚还的基准？那当然了，在刑事处罚的那一边，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表明时代力量党团的立场是，到时候处理刑法条文的时候，我们针对汽机车不能安全驾驶罪的部分，我的确是有设计分流，机车跟汽车，我到时候在刑法那边我也一样会设计分流。但是法务部的立场，我尊重法务部的立场，我们回到这边啊来加以讨论。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当你在立法政策上决定要汽机车分流的时候，针对汽车的部分只提高下限而不提高上限，那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好，你未来的财罚基准你到底要怎么定？说明一点好不好？就直接面对问题了吧。我是不是再补充一点哈？除了我刚刚讲的哈，因为还要涉及到刚刚累犯，好，那跟拒测我们都是从9万要，就是说加倍，那这个。到累犯的时候，汽机车是没有分流。我们目前啊，这个党团协商，好、啊，那这个考虑，我想来请大家啊，这个现象也考虑一下。如果要把这个初犯哦、啊，这个汽车变成3万到12万，啊，那累计的时候就汽机车都比照，对啊，就是24万，就最高，没有。因为你机车是9万，汽车9了，汽车12，那汽车12嘛。你未来如果要处理累犯或是拒绝酒测那种的，那你就以两边的最高额再搭驳上去啊。所以是18跟24了。后面第二项、第三项就开始分流了。对，就是后面要连带的修改这个累犯要加倍，或拒测要加倍。那决定一下就好了吧。好、哦，对。一个汽车和机车先分流嘛，哈、哦。那个。上限要不要提高而已吧？这样子是12万的建议吧？那有没有意见的话，就12万。那有意见你们再讨论嘛。来，啊，下面的项次的法案，那个会随着调整，酒要随着调整的嘛。来，
好，谢谢院长。现行法是15,000到90,000呢、啊，那请教一下警政署，什么状况下会处到90,000？或者你们目前裁罚60,000块以上的件数比例是多少？最终最后裁决的部分还是回到这个裁决所去裁决。不过我们的罚款的基准，大概以目前最高这个是50,000。因为依照酒精值的这个浓度不同哈，最高这边到84,000。好，我建议你们把你们的裁罚基准表发给所有的委员，大家就知道你们怎么裁的嘛。没有，市长，你先说一下吧，然后资料再发给大家。最高还是到90,000呢、啊？按照裁罚基准表，最高还是到90,000。对，那目前裁罚的那个比例现状是怎么样？不过最后还是照裁决所去了、啊。哦，那交通部知道吗？什么状况下会裁到90,000？就是大型车再加就是酒测0.25。以上就大型车是90,000，对。那一般的机车跟这个自用小客车是不会做到这样的裁量裁罚。不会，好，谢谢。所以这两个都有啊，0.25，再加上是大型车，啊，这个就可以接近90,000。好，那么分流的部分啊，我们就确定分流，然后。机车就是15,000到90,000，汽车就是30,000到120,000。那后面的条文，因为累换要 double 的部分，就依这样的修正来做同样的修正了哈、就是这样都没有问题了啊、哦，这样有没有问题？那你累犯是汽机车都一样的标准吗？都一样。都一样，要随着他的处罚要做，就是、一样对对都一样，两倍就对了，对对就都一样。好，这有没有问题？我请问，但是这里会不会产生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初犯是骑机车，第二次累犯开车？所以我的意思说，刚刚部长有提到说，那个累犯是不分骑机车嘛，同样的罚则是不是？还是一样说分汽机车，但是两倍，都是两倍啦。不，我的意思都是一。对啦，姜委，这个是一个问题啦。就这个什么基准的两倍？累犯应该是不能分。累犯应该是不分汽机车，就是、共同一套标准才对啦。就算。因为我有可能第一次初犯我开车，第二次我累犯我骑车啊，也算累犯，也有可能啊。哎呀。但好来，算是累犯了。那个没有犯是什么交通工具才对，请陈委员来。院长不好意思哦，亲民党这边其实我们比较不认为说应该用分流啊，但是还是。尊重大家的决定，因为我们觉得说，无论汽机车的部分，其实酒驾都是一个行为，就像江委员讲的，有可能他这一次机车，下一次汽车，然后再机车，所以我们觉得是不是应该在这不要来去做分流，那全部的罚则，譬如说总共是从19,500起跳也好，或者是我们新榜的版本是从30,000到90,000，就上限跟下限应该汽机车是一致的。好，这个是我们觉得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刚江委员讲的这个状况其实很有可能会产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讨论。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看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累犯者，因为大家有讨论说，如果汽机车都一致，那累犯到底要怎么是同一个标准起来或什么的，那我看现行你们给予的条文是因为好像只有对于拒测的部分，好，所以提供，所以这交通部是不是说明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累犯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只有拒测的部分。那所以，因为你是用第四条的规定嘛，第四项的规定嘛，然后第三次以上者，按前两次违反本项所处的这个罚锾金额，再加嘛，好，然后是要违反第四项的规定者。那第四项我看只有拒测的部分，没有。累犯，所以这个部分是请交通部还是再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是连带的啊。好，来请好林部长说明一下。好，我说明一下哈，这个没有问题了哈，就是累犯就是90,000加90,000，拒测我们现在因为起跳就是18,000，好，第一次，
第二次是加再加十八万，再加十八万。好，那刚提到的样态哦，万一第一次汽车，第二次机车，或第一次机车，第二次汽车怎么办？好，一种方法是不管，就是以我们就是累犯就是九万加，然后就是以重的那个来加。这你现在有十二万的哦，九跟十二哦，机车跟汽车一个是九万，一个十二万是上限。对，那都以九万。就是累犯就是八万，哦，这是一种方法，不管你任何，因为这样就比以前重了嘛。那拒测就是第一次就是八万，我本来是九万嘛哈，那就也是一样累就是再加倍就是八，就变成三十六万，就不去分汽机车在累犯跟拒测的那个部分的数。这个累犯还有一种样态嘞，秀云版本有调。卡卡车的，还买交通保险，卡卡车还买送礼物，他是拜卡卡车的礼拜，天的礼拜。对的，来，我们哈，我们针对事情来再来厘清一下啊。刚才分流，然后汽车、机车把下限、上限双方都提升。那江委员抛出一个议题是对的，如果一次是机车，一次是。机车，哦，汽车，机车，那这两次不一样，要用哪一种的累犯来处理？好，来，我认为都应该依照汽车的 double， 汽车的 double， 因为它本来就是有酒驾的 double 嘛，啊。所以这才会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说酒驾它是一个行为，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去做一个汽机车的分流嘛？因为有可能我今天骑机车，明天开汽车，然后我到底要怎么裁罚的标准？所以这会讲到说，我们应该会觉得说，你的累犯者就第一个汽机车不应该分流，好，就是说你罚款的这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累犯者我们都起跳从三十六万开始，因为这标准才会一致啊。你懂我意思吗，部长？对，才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不然我这次酒驾骑机车，我好像聊丢脏丢。我下一次是汽车的时候，你怎么罚我？我算什么样的累犯？这个，我觉得交通部要说明清楚啊！所以应该回归，就是说，应该是不要分流才会一致，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讨论是酒驾的这个行为嘛。不是说骑机车的比较轻，汽车的比较严重。我觉得不是，这本末倒置，酒驾就是不对的。不过有一点啊，是的，我因为分流的目的是好比较乡下，他根本不会开汽车。你没有分流，你处罚他跟汽车一样，杀伤力也不一样。但是问题是他不会开车啊，他不会开车，所以我赞成。其实我个人呐，啊，是赞成吴委员的讲法。如果你会开车，也会骑摩托车，那要以开车的为标准嘛。但是我们乡下的老农，他连开车都不会啊。但是你的处罚跟汽车是一样啊。那我们怎么判定他会不会骑机车，还是他会开汽车？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越弄越复杂。不，这个分流，你把机车跟汽车。同样做同样的处分，这一个对不会开车的人是比较不公平的，因为他的伤害没有汽车那么大。那你会开汽车也会开机车，你当然是踩汽车的角度来处理嘛，因为你会开汽车，但是不会开汽车的骑机车族。哦，你把它提升到汽车这个也好，这个我可以理解啦。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要去想分流的问题，就是顾虑到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是初犯是骑机车，好，哦，这个恶性来讲或伤害性来讲相对比汽车低，这是第一次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修法重点应该是说初犯我们让他分汽机车，累犯只有一个标准。累犯就只有一个标准，因为累犯是要针对他累犯这件事情，而不是分针对汽机车的伤害性，是累犯的恶性，所以累犯只有一个标准，只要是累犯就是多少起跳到多少，就这样子，就同一标准，不要再分汽机车。好，这个，对啊，因为你有初犯，我不管你是
是机车、汽车，啊，你只要是累犯，我就是几万块以上，通通都一样。但初犯我们可以谅解，分成说机车跟汽车可能起始点不一样这样。因为累犯是处罚他的行为嘛，他的行为，所以你用高的量刑来处理是对的嘛，好，那怎么样？这个我要不要再分流？你看，是不是一种方法？我们后面其实都不动，就按照原来的九万加九万，这个就是累犯。那如果是拒测，就是18万加18万。好，不管你的契机。那初犯呢？初犯这样，哦，初犯就是刚刚已经讨论过了嘛，就是分流嘛，分流。好，但是累犯的样态就是他不管骑什么车，他再犯的时候，我们那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是要用，就是9万还是要用12万？哦，这个肯定你大家要斟酌一下。那我们是建议用9万，啊，哦，因为是这个 double 了嘛，你是指九万的 double 是18万，是不是？对，那你就直接定18万就好了，你的累犯就是18万起跳啊。就这样嘛，你也不要讲说九万的两倍吧，他累犯两，可能你一定是两倍嘛，累犯很多次，他有累犯，哦，你说累犯二次、三次、四次，那你，他是一直累加，啊，他就是九的倍数。那不是啊，那这样子哈，主席，我建议哈，九的倍数，你不要写到，你只要有基本有已经有写了哈，这个初犯是多少钱，那累犯哈就是他的 double， 你累一次就这个 double， 再累一次用那个再起跳的 double， 不就好了吗？那部长，我听他意思是说，如果我犯第一次是多少钱？汽车还是机车？啊，先生讲机车好了，就是上限都一样啊，因为你现在就是假设现在都只有九万，没有调整到12万嘛，对不对？嗯。那这样的话是多少？假设机车最严重就是到9万嘛。然后我累犯一次，就是18万。那第二次？27。所以是九的倍数嘛，不是说18再，对啊，我觉得应该18再乘以二36啊。不是，没有啊，就是我刚才简易来说，就是九的倍数嘛。你搞搞来，我讲了一下好不好？两次就18，三次就27呀，应该是36啊，应该快有结论的啦。好，结婚有一点，那我们大部分人都同意，除了陈怡姐以外嘛，因为你整个人吼，哦，因为这台我都买谋生工具啦，因有 USB 吼，出去去要砸掉哦。要那个初犯那个是要分流的，好，这点我们当然同意。再接下来就是从累犯的时候吧，那累犯的算法是加一直加九，不是一直乘以二啦，要这就这样了，一直加九了，再加一次再加，第一次加法不是乘法，加法啦，好，搞搞一搞搞。如果大家意见都那个政委，你有不同的意见吗？不是，我跟。补充一下陈怡姐委员刚才讲法的落差了哈，你去看交通部的条文的第二页就有了。第一次因为有裁量，分不分流没有关系，所以第一次未必到上限。第二次就是罚到上限，那本来的上限是9万，第三次才变成9加9，18这样。以后这就是我希望交通部能够理清清楚的嘛。因为我听起来是我第一次累犯我就是九万嘛。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对，对，所以跟对啊，所以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啊。做调整啊，然后应该有是不是？好，那这样子啊，我好不好？我做结论了啊，分流了，那机车是15000到9万，那汽车是3万到12万。如果累犯的话是以9万加9万加9万，不是用所谓的18变36，不是的啊，就9 9 9交多加9了，好，是，哎，对不对？好，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有分流了，这还就分流，但是累犯就是加9万，可不说累犯就不要分流了吗？累犯就不分，因为累犯就是累犯，是罚行为啊嘛，他是行为嘛，好，好，那这样没有问题啊，哦。我再厘清一下哈，哦，好来，因为讲得太快哈，不是很清楚。比如说以第一次是机车是1.5万到9万，他罚了3万，对，假设，那第二次就变成9万，对，那这个紧绷啊嘛哈，对，再来再累犯，再一次变18。对，就变18万，好，然后在第三次就27，27，对，
好，这个就因为已经是行为法了嘛。对，因为他可能他只是酒测，对，就是说哦，他并没有肇事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是要衡量哈。好，那这样没有问题哈。好，没有问题，这个就这样处理哈。好，来第二个啊，大家看那个交通部跟协商结果啊，这个大概不同的在哪里？吊照时间还没谈完。好，吊照时间，来吊照时间。但是两个吊照时间好像我看两个有不同吗？有。交通来，国昌委来，交通部跟协商结果哪里不同？不一样了。那个二到四啊，那几条跳二，那是有来请。本来哈，吊扣驾照的时间，一般情况是一年。那重的，如果有未满12岁的小朋友，或者是肇事受伤的，2年。那后来，在交通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交通部所提出来的建议是提升到2年，以及4年。那因此后来协商的时候，都一直按照交通部在委员会里面所提出来的建议修正条文，以这个当作基础，从来没有动过。那现在新的部长他提出来的条文立场有稍微一点改变，就是希望有弹性。所谓有弹性，就是说吊扣驾照就是1到2年，那重的2到4年，让他们有裁量的空间。这件事情基本上的政策立场我是赞成的。那要处理的问题，要处理的问题就只有说，交通部，你们在设想要有裁量空间的时候，你们想到下一步了没有？所谓想到下一步了没有，指的是说你要留有那个空间，你要处理的是什么？譬如说啦，如果要贯彻所谓的初犯汽机车分流在罚环那边处理的意志，那你未来想要有的裁量空间，是不是说那机车就吊1年，汽车就吊2年？譬如啦，我只是把你们，因为法条一旦给你们裁量权，你们接下来就要去定裁量基准嘛，吼。那但是我还是要再讲啦，吼，这样子我们整个立法的结构会变得非常的奇异。为什么说非常的奇异？因为我再强调哈，汽机车分流这件事情在裁罚不是没有，只是没写在母法，写在裁量基准里。好，你现在要在母法里面去处理汽机车分流的问题，那你就吊照的部分，你要不要直接在母法里面就一样啊？汽机车分流啊？还是你在母法的时候又决定说啊，不要了，不要在母法搞汽机车分流，你还是让我们回到裁量基准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个是我刚刚跟部长讲说，就是你这样子搞会搞得整个立法体力非常的混乱啊。有些是在母法分流，然后但是有一些你又回到你的裁量基准才要分流。不过大的方向上面，哈，汽机车，你如果既然要分流，第一次的初犯要分流的话，就吊扣驾照的时间予以区别对待，这件事情政策方向上我们是愿意支持的。但是我只是要拜托交通部，就是说你们在做什么要想清楚，在做什么要想清楚，因为这一次出来的跟你们上次在委员会建议的条文已经是不同的东西了。然后讲一下，好，来请柯委。上次林部长还没来以前，所谓的2022的协商哈，那个是就一次1年跳了2年，2年跳了4年嘛。那新的部长来，当然他有新的部长政策方向嘛。那有我们党团也有讨论过嘛，大家都有不同思维在讨论。包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所谓分流，汽车分流，就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所以接下来吊扣执照，他只分流是只吊照时间嘛，机车吊照时间和汽车吊照时间是不一样，哦，然后肇事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嘛，所以说所谓的1到2年、2到4年的概念是应该是这样的。既然前面我们也引领了这个分流的概念的话，后面当然是有分流的做法吧，哦。那至于立法力，当然本来就是说大家权益本来奥特曼找总将赏快嘛，
啊，在这里特别要弄清楚，让他不会有疑虑，而且因为他们殖民的时候，很多哦骑摩托车的他是工人，他只有用谋生工具，所以第一次出犯的时候有不同看法嘛。我说好，我们那定的法太严重，这当然要反弹，民怨又起来，所以这个大家都同意的嘛。所以接下来后面的分流的问题，一到二年应该是只调到是七级这个问题而已了。好，至于立法力上，这个当然是这个立法力特别在这里强调，就是这个这是我们共同决定的事情了。好，来请周委员。我补充一下，就是说现行法我们是吊扣一年啦，在0.15到0.25，那上次大家协商的方向是提高到两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是没有任何的裁量空间。那现在交通部提出来的这个版本是有一个裁量空间，让这个裁处的时候我可以去判断是机车、汽车还有它相关的状况，那这样的修法会比较有一个多的一个空间让处理不同的个案，这样子。好，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们针对吊照的部分，是不是就是一到两年？那如果驾驶致人受伤者2到4年，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这样子啊，通过啊。那现在我们在报告主席，这个没有意见了。但是我因为刚刚法务部有一个提醒，就是前面的那个第一项哈，会发生一种情况。来，比如说汽车第一次是罚可能不到9万，不到第一次可能罚了12万，12万。对。可是我们第二次累犯，汽车。对。可是他累犯的时候就变成罚9万。哦，这个反而变少，这个所以第一项可能还是要再检视一下，是不是要请法来司法院？就是在就是累犯的时候还是那个分流，第三次就说是不是累犯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分流？对啊，第三次啊，因为这个会变成第二次反而裁的话呢比较轻哦。有点模糊，就是累犯提高到12万，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累犯要一并提高到那起跳，那累犯要分流的问题吧？那这样子累犯还是要分流？我跟你讲，这个当初分流了，两年前我们在委员会里面都讨论过分流的状况。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变成说，刚才江启臣委员也有提醒到，我们两年前有讨论过，如果你汽机车的上限不同的时候，会变成你累犯的，我第一次机车，第二次汽车，第三次机车。这样的话怎么罚？是机车犯累犯归机车累犯罚，汽车累犯归汽车累犯罚，还是你综合罚？一综合罚下去，就会变成大家都12万。那大家就要考虑到说，对于那种相对经济弱势的时候，我刚好我都卖，我一开始第二届的都给的变成20万啊，跟汽车一样的时候，对或不对？哦，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因为你这样分流下去，会变成交错的行为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处理。看他当时使用的交通工具啊。院长，我看哈、哦，还是要有这个所谓汽车跟机车的分流了，因为基本上他们那个机车族跟汽车族，他的经济条件是不一样的。既然已经有决定，我想还是在汽机车分流之后，就不要回头再重新讨论了，好不好？我们这样子的哦，我们这样子的，因为杀伤力很强的。我是外形模式。累犯还是照他原来的那个比例，就一路 double 上去就好啦。我们这样子的哈、哦，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是针对纯粹骑机车的人，好、哦，他是最高是9万，所以他累犯也是9万。那如果汽车跟机车他们交错，还是以汽车12万，用这样子的累就是累积啦。因为你会骑机车，会骑这个汽车。哦，会开汽车，这个表示你是行为法嘛？我们行为法你2、3、4是以比较高的额度来做处理嘛？应该这样子啦。我赞成院长的看法。这样子大家就解决掉了。换牙三下，不要三下。我这种应该是以犯罪时候交通工具来认定吧？动点行为法。院长说的对啦，行为法了。强调在他累犯，当他累犯的时候，就以他最高刑责、最高罚则为主。啊，这样有没有违背那个司法？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干戈的问题嘛？
我们在立法说明可以说清楚嘛，在那个那个这样就不会有干涸的问题嘛。说明一下，因为刚刚我只是发对你讲这个是对你这个问题是对。啊，现在如果这样七格就不会有干涸的问题了嘛。政策上我们尊重了哈。不，有没有干涸的问题？有没有化身执法干就会？就是第二次到底是要用这个他的违法性呢，还是用他的？资格来处理嘛？如果他是两个，一个是机车，一个是汽车，我们就以从重的十二万嘛。但是如果他都是机车，那是九万嘛，就是从重啦，因为他两个都他会开车，他也会骑摩托车。但是如果你骑摩托车的一样用机车的方的十二万，那对不会开汽车的只会。骑摩托车的不公平嘛，是这样子。但是你如果交错，表示你是行为，你的行为已经潜在，所以我们就用比较重的十二万来处理。纵然你第一次啊是骑机车，第二次你开汽车，你还是要以汽车的累犯。啊，纵然你第一次是汽车，第二次是机车，你还是要用汽车的累犯来处理嘛。啊，这样就这问题就解决掉了。我赞成院长的说法啦，因为我们立法院的强调，好来来，陈伟强调在那个我们立法院院长各位同仁哦，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对于说汽机车第一次汽机车分流的这个罚款部分，我们没有意见，我们支持，就是说初犯你可以用分流，但是现在如果累犯，你还是用分流，会不会造成一个便宜主义？就说我。反正其实酒驾本来就不对了，然后我初犯，我骑 Odobike， 那反正我想说，反正我就知道我还要再喝酒啦、啊，那我就反正罚了，骑机车比较便宜，那我一样我可以照喝，我再用骑机车的，再让你罚轻一点，反正我都得喝嘛。他也罚不轻啦、啊，那都很重的啦。坐电车就好了。不是，没有，我现在是讲说，大家都不是，但是有可能会有便宜主义的这个问题产生哦。我现在讲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是大家很多人在讨论的，不是我单独的意见，这是大家在讨论，就是说。便宜主义似乎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原则，所以如果在实际的作为有可能大家的心态会是这样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就是你累犯用分流的话，这个不是开玩笑，谁本来酒驾就不对，你喝酒你本来就应该坐计程车，什么叫做说你坐计程车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啦，所以我的意思说没有嘛，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态度嘛，没给你，没给你，对啊，所以我们就说你不能有这个侥幸的态度，如果你累犯的时候是用分流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嘛？这个是我们希望你们能够说明而且要去思考的一个点啊。好，来请黄委员。那个大家讲的都很有道理，我收纳一下哈，在具体法条文字的呈现上两种可能不同的形式，那在提供各个党团的代表，大家来可以考虑哈、哦，收纳成法条规范的形式，其实要处理到第二次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在处理那个一二三第三项要处理第二次累犯的情况哈。第二次累犯的情况，它的条项是从本条例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修正条文施行之日起，汽机车驾驶人于五年内第二次违反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九万元罚款。这个是目前，哦，这个是目前，交通部所拟出来条文的写法，哦。那归纳大家刚刚不一样或者是其实趋于一致的看法，有两种处理状况。第一个就是直接这边就是从重的，就是罚十二万，那到第三次以后就没有关系了。到第三次以后反正我们就一次九万这样子罚上去。那第二种规范的方式呢，是在这里违反第一项的规定者，然后就不要写金额，就处第一项锁定最高罚款。那第一项锁定最高罚款，那你就分流出来啦。如果是机车，就九万嘛。对。啊，如果是汽车，就十二万嘛。对对 对, 对。那看这两种文字上面，它隐含的立法政策些微不同啦，但是实际上面的方向是一致的。因为我建议啦，哈，
为了讨论的效率起见，是不是我们就收拢刚刚大家不同的高见，在文字上面呈现，就这两者择一，那我们再 move on 到后面的条文。对了，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啦。第一项就是九十二，但未来都是加九啦。那第二项就九十二，但是是自己加十二十二九九九十二十二十二了啊，这两种啦。好，来，主席，我认为说初犯，我是站在初犯分流啦，但是累犯我也觉得，因为这样会很难去判断说你到底是什么样交通工具，因为累犯其实就是累犯。所以你的意思是，不要再因为是什么交通工具有所差。你的累犯就是全部都十二。十二万开始。好啦，那大家有没有意见？我是建议这样子，就累犯，我觉得不要再分了。因为那样会很麻烦，你就一下机车，一下汽车，这个会很难判定的问题。调这么调，主席我们也赞成，很容易变质啊，怎么会有麻烦呢？那个委员说的，想清楚哦，想清楚哦。对，那个不一样的样态，因为处罚是处罚在累犯呐、啊，你都别用过你，妈你过你，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来，那个气球、性交、一块杀伤力都不一样。既然有分流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重点是，就不要再酒驾。因为我重是不要累犯，我就黄国昌委员刚才建议，我再把它分类一下哈、哦。第一次有裁量，所以分流；第二次罚到上限，可裁量，所以可以就是九跟十二，对不对？机车九，然后那个汽车车假设了哈、哦。第三次反正已经开始累计了，因为第二次没有累计，第二次只是罚到上限，第三次。都加九，因为它一直累积上去，所以就没有刚才陈委员所说的那种便宜主义，说我被禁过都把禁上面。环境力一警累犯鬼，就是汽车就是十二加九，然后机车就九加九，就会变这样。看是不是这个状况，分三层：第一次有裁量，第二次汽机车分流，因为罚到上限；第三次每次都是加九，还是第三次以后每次加汽车加十二，机车加九，这个就分开了。安妮啊，这样好不好？可不可以？所以刚我不知道黄委员是不是讲建议，好，我们不要批判，讲建议来，你建议怎么做？建议就第二次就算累犯了。好，你的意思第二次就不管机车、汽车就是十二万，12万，全部都一致。对，那未来就全部加十二。对，那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张这样子，第一次是九十二啦。但是再过来就不是九十二，就二十四，全部二十四了，包括机车也是二十四了。想一下看看，就是累犯，就是没有。我想他的意思是说，第二次还是一样，就是最高嘛，就是十二，就这样子。第三次才加。你误解他第我跟你讲，我把你的话很仔细的重复一次，看大家有没有意见。第一次的酒驾最高，摩托车九万。啊，汽车十二万，第二次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只要再犯的话，全部就是十二的乘以二，二十四万，是不是这意思？没有啦，还是现在没有乘以二了，加的啦，就是十二万，是十二啦，对，第二次十二万，第三加十二万呐，加的不是乘的啦，加啦，二十四啦，对嘛？刚讲二十四，对啊，不是乘啦，是加啦，加二十四，加二十，加十二啦，加十二就二十四啊，好。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加十二变二十四啊？有没有意见？既然有分流，你要考虑它的需求性跟杀伤性的。我第一次裁量，第二次上限，第三次累计啦，这样。第二次是十二啦，最高嘛，就是这样子。对对吧？第三那个主席哦，其实刚刚黄国昌委员提的，以及郑运鹏委员提的是，就是一致啦哈、哦。就第一次就是看。他的裁量嘛，哦，因为不一定到最高哈、哦，第二次就是最高，然后第三次就是加都加九都加九，加十二了，或十二，哦，就交通部的版本是都是九嘛，哈、哦，因为本来上限是九、那现在我们要讨论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累犯的时候要不要分流了？大家想清楚哦，这个、哦、很多。南部很多最刚刚的他在交通工具，你这样，啊，那他的需求、生活必要性跟杀伤性是不一样的。那想想看嘛。那个我是觉得折中一下，就是说刚才国昌委员有提到吧，反正第一次我们就是分流，然后裁量嘛，哈、哦。那第二次这个算累犯，
那就看他是机车还是汽车，就是处最高嘛。那第三次反正就是都加九了，对不对？没有错吧？对。好，第三次等于第三次就是18万了啦。对，只要第三次通通都是18万起跳了。18万21啊，不是，第三次之后加九，大家可能能接受了。还是一定要加12，安尼啦，基本上少加两啦，对不？加九。没有，当然现在是说你第三次是要用什么基准？是大家都一样，都是累上去了，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就是说我们要加九还加12，现在已经变这样了。不，那你这样第三次等于说又分它是机车、汽车啦、啊？没有分啊，都没有分，不管了，第三次都不管了。所以说第二次的人是汽车12的。第三次就是12+9变21，因为它已经有叠上去的概念了，所以不会有捡便宜的问题。还是说我们一定要12+12+12一直加上去？而我个人是认为第三次的时候应该是加九，应该就可以了，因为它不是罚下限，不是罚低于12万，而是它是12万+9万是21万。我个人是赞成加九就好了啦。好，来，要不要讨论？很清楚了啦，哦，问有了问题了，很清楚了哈。哦，那要加九还是要加十二？我看去加九了。对呀。好，那就一致了。第三次之后就一致了啦。好不好？可不可以？那可以就这么处理哦。这个问题就解决掉刚才第一次的有差距，以后就没有差距了嘛。哎，那院长，我这样听下来是就是代表部长就是累犯就不分流。就没有分流了。来说就是累，第三次就没有分流了。第三次不分流。哎，第二次就是第一次9、12嘛，机车9，对，然后汽车12，然后再过来全部都加九了啦。对啊，就没有分流了。所以对，所以第二次是用最高法则。啊，对对对对对对。12，哎，十二跟九啦。12或9。可我刚才觉得第二次不要分。这样啦，应该因为第二次第一次初犯他是有裁量，所以他有可能只罚5万，只罚6万。对，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就是你如果是汽车，你就是罚最高12万，机车最高9嘛。他第三次就是全部用你的第二次去加九啦。对啦，第二次如果你是开车被罚12万的，第三次不管你做什么就是加九嘛，没错吧？能不能第二次就不要分了啦？把这个能不能第二次就不要不要分啦？你第二次的话就可能不，你既然第一次有分流，你第二我跟你讲，你们都会区跟乡下，还是要考虑摩托车在地的因素啦。那考虑到时候地下又到很难的话，大家打开走不回去了，打开门跟他追来追去的。有没有共识？如果没有共识，我们就保留到院会各党团自己负责了。可以啦，这一条讨论很久。可以的，对嘛？啊，为什么一定要就是照刚才江委员讲的这样子嘛？可以啦，好，可以嘛？好，那我们就这样处理哦，哈。好，我再重述一次哦。第一次就是15,000、9万、3万、12万，好，那如果累犯的话，第二次就是9、12，第三次就全部加九，第四次也加九，第五次加九，全部不分，没有分流，就这样子，这很明确哦，哈，大家都没有意见哦。好，那条文就请交通部赶快修正，好，赶快内部就这样修正。那刚才也提到1到2、2到4，这个也没有问题了哦。刚才都谈过了啊，好，那我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啊，下一个是这个拘留的问题，这个国民党党团要不要说明一下来？来，我来做说明哈，就现在我们在普遍在民间以及也在警察的访视，我也找了很多很多基层员警访视过了，他们说太多人。他们根本都不怕罚，你今天罚他10,000、5,000、9,000、10,000、12,000，再多钱，他们就说，反正我有的是钱，我不怕你罚。而现在最怕一件事情是行动不便，就是怕拘留，而这个在世界各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处罚方式，大家都怕拘留。
那所以说我就援引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一款前面的这个条文，就拘留一日以上三日以下遇有依法加重时，像譬如说我们什么再犯的那种依法加重时，合计不得逾五日，拘留以二十四小时为一日，就加在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个条文昨天也在委员会里讨论了，到的时候那司法人员啊、那个司法院或者法务部有提到，你罚钱的话就可能无法就是拘留，有拘留就没有罚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以这个罚钱跟拘留来裁处的话，我们现在我是用或了哈，现在写成我们国民党党员用或，那这个部分是不是用或，或者是说两者让他任其择其一？而这个拘留的概念应该在这次立法里面，我强烈建议真的是怕拘留不怕罚钱，就是怕拘留不怕罚钱，普遍的现象。而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部分的提案的这个所谓这个拘留的时间也没有用很长的时间，不过只是引用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概念而已跟条文。那是请大家支持，我拘留就不用罚钱。对，有拘留就没有罚钱，这是昨天法务部跟司法院所说的。我在这里面我把条文拿昨天的条文拿出来啊，由我们党团提案。这个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讨论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的交通部的提案跟2月26号的协商结果，那这里面完全没有所谓的拘留，所以应该不是第三十五条的修正动议。你是三十五条，你变成是一个条文，你要是三十五条之一，还是说？另外在你就是要另外一个条文。没有，他直接修三十五条了嘛？就直接在三十五条条文里面。那你这样只是里面的一项而已。一项。哎，你不能说是你要是三十五条了啊？对，三十五条加在里面。对了，那就其中的一项了啊。哎，对，我只是讲一项而已。好，就是、那第二个，你那个酒精锁的要不要顺便讲一下？好，我再顺便讲一下下面。那一样一样来好不好？这行处理。同一条的酒精锁，就是汽车驾驶人有前项第一款之情形者，其驾驶之车辆应加装酒精器皿点火示锁装置，就是俗称的所谓酒精锁。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酒驾记录者，你这部车不管是不是你的，你就这部车就必须装上酒精锁。这个未来有人会提到说啊，那以后那车子不是他的，什么有的没有的，可是今天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是要有酒精锁的概念，而让人家以后随便车子不能，不，你的车子不能随便借人，你借人那他的行为你要一起连带负责任，就是这部车以后就变成有酒精锁。这是用一个所谓预防的概念，在美国、日本、欧洲许多的国家都已经实施很多年了。而这个实施的酒精锁之后，在美国是它的这个有大幅的降低它的这个酒驾的问题，而在欧洲也是有大幅的降低，因为有装了酒精锁。有些国家还是强制规定就是直接要加装。那我们想我们初期在推动是以有酒驾者被抓到之后，他就必须去装置酒精锁，而也怕说这个部分在汽车部分跟机车部分也是分流，这个部分只讲到汽车部分，因为机车的部分哈，这个我想这个是这个层面比较大，人比较多，所以先从汽车的部分来做修法，来进行这个所谓酒精锁的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规范，这是我们立法的宗旨。谢谢。好，三十五条，再三十五条。来，这样子的啊、这个省委员他三十五条不是三十五条的一个修正动议，他希望在三十五条，我们看到啊，在2月26号协商结果还是交通部建议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在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一。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二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的下面，你要增加这一个条文，这一个项啦，是不是这样子？在我的正式提案在委员会里面本来就有的。来，
现在就是说你是在这里面三十五条里面的一项了，对，一项，所以我们现在就考虑拘留那下面的汽车驾驶人有前项第一款，所谓前项第一款就是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二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及相类似的管制药品，其驾驶之车辆应加装酒精器器皿、点火自首装置。对，好，是前面的两个，这两款之一的一个是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啊，这就是酒驾嘛。第二就是有吸食毒品。对，就的人你要加这个来，没有啦，他只有酒精哦，酒精啊，只有酒精，只有第一款，第一款。妈，陈局长，我们先，妈，你看他的修正动议哦，第一款，对了，是酒驾了，酒驾，对，酒驾。来，江江，来，先谈这个哈拘留的问题，再谈酒精少，好不好？好，好，应该把它分开。来，黄伟，样样谈了，这样子不会分。好，来，黄伟来，先谈拘留好不好？好，拘留，先谈拘留。那个一样一样来，我赞成啊。那个沈委员的那个提案，就酒精所的部分，等一下讨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可能再考虑一下说，因为我们上次第四次协商的时候，是把它放在三十五条之一，我们来加以处理。那是不是到三十五条之一，我们一并再处理？嘿，也可以的。不是那个黄委员啊，是这样子啊，因为在你我看到你们那时候。把它放在三十五条之一，但是原始那个原条文的内容没有写进去。你在三十五条之一里面只是在讲处罚，那你在原条文三十五条，如果你没把酒精所的这样的一个意旨放在这个原条文里面三十五条，那你三十五条之一就来做处分，你在立法体力上是有比较不符合。因为我一直要那个协商记录，到昨天才拿到协商记录。好，所以我是再一次是强调说，为什么我要把它今天用个国民党的临时国民党党团再把它送进来，就我们原始条文里面就有了。可那天在协商的时候，把这一项给它删除了，而是放在三十五条之一的处罚条文里面。可是你有处罚，你没有原文，你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做一个处罚，这立法案例的立法体制的体力的问题啊。所以我在这里再次的把这个放进去。那天我们有同意说酒精锁了哈，那这个部分可能是不是要一并讨论？那在一并讨论之前，我们是分隔两个部分，一个拘留先谈，那后面酒精锁我们一起再来谈，好吗？好，这样子哦，我先预告一下啊，十二点没有讨论完，我们就继续讨论了啊。所以中午大家有约会的，赶快取消了啊！好好，赶快取消。有约会不代表是任何暧昧关系的啊，就是有跟人家有约的啊，所以我们会准备便当啊。那我们现在啊，就先讨论要不要这个违就是拘留的问题啦，请大家表示意见来。来，针对沈委员的提案啊，这个检署还是谁？来，这个谁要讲一下？还是侯部还是司委？就是拘留这个问题哈，刚刚这个国民党团的修正案是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规定哈，但是我们参与那个内政部在研修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好像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要废除拘留这个制度啊，这是第一点呢，这个可能或许内政部啊可以来考虑。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因为在社会秩序维护法情况下，它是跟犯罪明显的区隔，但是我们这个酒驾呢，它是有可能构成犯罪，那有可能构成犯罪，它有可能被法官羁押，好，啊，这个羁押跟拘留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还要不要羁押完还要再拘留？哈，等等，这个要有一个规范了哈，这个是我们提出这个法律上可能要注意的地方，还是好，那民政部。确实我们在社会法现在在进行大修啦齁，所以在整个政策上也确实是如同刚刚司法院秘书长所提，在政策上是会研究整个在拘留的这个政策上会一并在大修的时候一并拿掉，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这个行政法法二十四条之三第三项，二十四条第三项其实也规定，那如果我们做这个依照社会法去做采取拘留的话，
那就不得再做这个罚款的这个处罚，所以这个要一并说明哦。那另外是社会法的这个拘留的裁定的程序，还是要经过法院的裁定哦，还是要经过法院的裁定，所以还是要一定这个裁定的一个程序。那跟社会现在的期待还是有落差哦，这是第二要说明的哦。那另外是那个大院内政委员会现在其实也有委员提出来，希望我们要就这个社会法增订就拘留的这个行为，也要做一些在内政委员会也有请我们要做研议啊，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我们在，因为我们整个社会法在做大修，是不是就让我们一并在这个社会法一并在思考的时候一并在做处理啊？好，以上。好，来，请各党团表示意见。我再表示意见啊，因为这个部分我们昨天有讨论哈，我来强调一个意见啊，就是第一个，内政部有考虑把社会法给它删除，以后就是要取消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它在维护的是一般社会秩序，跟酒驾无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酒驾而被拘留的，可是社会秩序维护法是在处理打架啦、滋事啦、闹事啦，这叫社会秩序维护法，这是两码事，也是不同的概念。那如果说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我在条文里面我不要想社会秩序维护法直接拿掉，我说或裁处一日以上，譬如说五日以下或一日以上，我看那个内政部里面内政委员会里面有人提说到十四日等等，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明定在条文里面，不用援引社会秩序与维护法，因为我是怕说我们这边的一个裁处会对跟社会秩序维护法会有两个干戈不一样的一个处分的这个时间，所以我才援引。如果你们这条条文是要废止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如果这个所谓拘留可以已经是以民间的共识，普遍的共识，太多人这甚至在电视上看到阿林贝都不得惊你惊罚钱，我就是有钱要无你是要怎，我都给你罚款，你紧紧给他办我照，就这样讲很嚣张啊。所以那阔少爷那些有钱人，我就是不怕你罚你今天提交到100万我也不怕，我开那么名贵车，我哪怕你100万。所以今天是他怕官，太多人就是怕关。如果你能够关来把它那个用拘留的方式哈，然后怎么样子，我们在这里来努力去突破法律上面的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干戈，我们来研究怎么把这个部分把它解套，而在这里把它列进去作为一个拘留，对社会大众来讲，立法院也是做一个功德，因为真的拘留他才怕，很多人真的不怕你罚钱，你罚再多。好，这个这样子啊、哦，行政法法里面啊、哦，它第24条，一般为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其他行政法上市义务规定而应受处罚，如以裁处拘留者，不再受罚款之处罚哦。你拘留你就不必罚钱了哦。这个我知道，他们昨天就讲了。对，所以在这里面哈，我们的定的内容，如果我们不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我们自己在这本条文里面定，看你是罚款兼这个，这个是行政，或者是罚款以后就这个由法官裁量。你的观念大家都在想你的事情了，你这个写哈，不管刚才讲的行政方法24条问题，或是你这里写货，谁来？我决定我们给三个开还是罚钱的，你想好这个是你怎么判定标准的？几只看较好个啊，三只看好个车来开，你这个写货，这个东西拘留是非常强制的行为啊，都要罚，要上法院裁定的，哎，所以说你这样随便写一条文，写货，到谁来判断？好，来，我想这个提案，他主要的想法就是。有些人就不怕罚钱了。好，即使是你那个累犯累到几十万，他也是怎么样哈、哦？所以他这有点像，就是我们对有一些有没有累那个欠税大户有没有？管收，那都不怕你啊，他就用好像有点我用管收就逼你的，有点那个味道啦，好、哦，有点那个味道啦，好、哦，所以这个提案前也请大家考量一下啊，那文字是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啊、哦？大家可以再想一想。请黄委员，我先讲哦，就是说，在防治酒驾的世界里面，哦，整个防治酒驾处罚的世界里面，超过0.25
就已经是进入了刑罚的阶段。所谓进入刑罚的阶段，那个就是刑事处罚了，要看判有期徒刑几个月，法官要不要给他一颗罚金。所以对于我们现在身体刑的拘束，现在是把它划归在刑罚的范围当中。好，那现在讨论的观点是，我们要不要在行政法，所谓行政法就是基本上是 0.25 以下，没有到 0.25 以上， 0.25 以上这种人就是准备要去做坐牢了啦，齁。0.25 以下要不要用行政法，齁，要不要用行政法可以所谓社会秩序维护法以下的拘留，这件事情是在立法政策上面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现在麻烦的问题是什么，齁，现在麻烦的问题是说，因为我们的行政法事实上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碰了，都放在那个 地方，所以你现在要用那个行政法上面身体拘束的拘留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你一定会被行政法现在的规范体系给卡住。好，那你说好，那我们就不要管行政法，那我们来写一个新的体系。那我必须要很老实的讲，你如果要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针对身体拘留 0.25 以下要科予身体就是限制自由一段时间，不管一天两天三天，独立于行政法以外的体系的话，那我判断啊，我判断最起码如果没有4-10个条文撑不起来。我为什么说没有4-10个条文撑不起来？那个不是有实体要件的问题，你要处理程序的问题。因为当你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多了一种既不是现在刑罚也不是现在行政法体系可以纳而一个独立的概念的时候，那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在援引行政法里面在执行层面上所有的问题，所以你等于是在道交条例里面你要设一个独立的体系出来，完整的处理在道交条例里面你所要处理的身体拘留。从立法的技术上面来讲，我认为我还没精算啊，但是我现在脑袋里面判断没有4-5个条文以上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规范体系架构出来的。我这个就是提供给那个国民党这边的委员做参考。好，来请林部长。好，谢谢哦，我想黄委员把我心里想表达也都很清楚有说，就是说我知道大家的这个目的是官有时候比法更有效，有些人就是怕官不怕法，可是定在这里会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我举几个问题，也就是说执行单位是警察机关还是我们交通主管机关，然后执行的程序是要不要准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另外要去定程序，好，那执行拘留的时效还是仍然需要移送检疫庭来裁定呢，那就没有办法符合当场执行我们希望这个达到的效果。那么拘留在什么地方，是现行的拘留所还是其他的处所，以及呢拘留处所是不是足以可以容纳这么庞大的数量，然后救济程序等等，这就涉及到相关部会的职权，所以我想法务部、内政部、交通部都会有关。那如果内政部现在要动的那个社违法这个部分，因为实际上那个体系是比较完整啊，处罚的样态、拘留的执行程序，还有有关拘留所的设置，这些管理办法都已经是很完备，现在都可能都还有一些争议。那再放到道交条例就会不会有一些困难执行的地方？这请大院考虑。好，来请柯委员。现在我不管了，所以在王国昌委员讲，刚才部长讲，我们都很清楚了哈。你只是一个后而已嘛。那今天面对到这样一个问题哈，只有两个途径啦，是不是？第一个途径就是说，只对我就买，你这个机油这个就不要了。第二个就是说，那列为国民党的意见，那院会去处理嘛，就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你这个就不要了嘛？这个我跟因为这个很严肃的事情哦，法理系整个问题还有程序的问题，人自由你要强制性，那你自己写后相来判断，是抬头看卖，而且合约不合约，
我是觉得大家要冷静思考一下啊，不是说这个一个想法就可以有办法执行，这个包括行政，包括整个行政部门，包括法院等等啊，而且人身的自由等等啊，就是只剩下这个啊，行不行？我就暂时卖头轮了，这个就不要了。这好不好？而且有一点哦，然后你是硬要的话，那列为表决事项嘛。而且有一点，院长先负责嘛。跟省委员也说明一下，刚才黄委员、黄国昌委员特别提到啊、哦，你九测0.25以上，省委不是说酒驾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被抓去关，不是哦。是0.25以上，他是已经刑法那边处理，他可以判他刑了哦。你现在规范的是连0.25以下那个很轻的，你也都要把它关哦。这样子这个才麻烦哦。嘿，来，好，院长哈，那也谢谢大家的指教哈。其实这是一个议题，这是个议题，但是我们的行政部门呢，现在给我的感觉。他们的态度是列举一大堆的困难，而无法执行的困难，对不对？对啊。好，对啊，我先讲嘛，哈，我把它讲完。那可是呢，今天我们如果要正向的处理这个态度，我可以接受的方式是什么？这个是因为涉及像黄国昌委员讲的，还涉及到很多的架构问题，涉及到整个周延性的问题。我们要责成行政院来提出，这个有以这个酒驾要朝拘留方向来，让人民有这个吓阻的作用方向来，要去严厘如何周延立法。如果是这样子，我可以接受。如果什么都没有，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阿里有撤案啊，没有标管，其实这是个立法院的态度问题。院长，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也没有跟谁有什么恩恩怨怨。今天在立这个法，是在考虑说，如果大家共同朝野协商立法院的朝野，以及在政府部门，我们大家共同研究如何有一个周延的环境，包含法律的一个立法，可以来吓阻这些想要酒驾的，或是已经酒驾这些人不敢再去酒驾。而现在所有人都怕关，现在很多国家一关真的很有用。我也不愿意举大陆刑法那边，大陆一抓到就是没收手机14天，你都不能出来，很多人因此就丢了工作，甚至大陆他们就是连公务人员都是这个都不能够再任公务人员，马上就革职。像我们台湾的法律里面有哦，军人一旦酒驾，立刻就是记两大过，免职，然后就是退伍。那其实说在这整个我们是大家共同商讨一个怎么样立法环境，怎么样的不管行政法或是我们的刑法等等的法律条件，让我们的酒驾的这个些人不要再从侥幸再喝，喝了又要赶开车，其实这是重点。对，要让他不自由才是重点。好，这个刚才黄委员特别有提到，0.25以上已经是纳入刑法在处理，并不是没有关的问题啦。啊，现在你是在处理0.25以下的问题啦。好，来，黄委员。我是希望说，像这种法案啊，就是说比较不涉及基本政治立场的，大家都能够很完满。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这边协商，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论，那下去宣读，我觉得对社会啦，昭告的意义会非常非常的大。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其实今天来这边协商的时候，以时代力量党团的意见来讲，大家其实也听得出来，有什么要修正，有什么要改的，我们基本上都是抱持着一个尽量能够达成共识的方向来促成。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我觉得省委员刚刚讲的，其实他也展现出他的善意跟诚意出来了，就是说好，他也只是要求说，行政部门就针对，还不涉及刑事处罚部分以下的行政拘留的部分，那请行政部门呢去看一下其他国家可能处理的方法，那朝这个方向去提出行政部门他们的建议跟看法。那这样子，我觉得如果能够让整个立法程序顺一点的话，让我们的行政部门能够回去做一点功课，
那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给立法部门做参考，我觉得也是很有价值的。那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接下来后续法条的审理上面啊，能够比较顺利一点啊。嘿，啊，用要怎么放？是没有错啊，我认为啊，那个主席，我来建议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条文里面附带决议，要求行政部门就这个酒驾的拘留问题提出他们的一个研议的方向跟内容，再提报立法院。因为我觉得要督促他们去研究嘛。好，那用附带决议的方式，可以接受附带决议，不要说我们辛苦的思考，大家共同解决酒驾问题，表达一个态度了，表达一个态度，对，就是也是表达立法院态度，对于那大家同不同意用附带决议的方式来表达态度？而且我觉得不是只研议，而是包括研议修法的方向，研议修法的内容，内容不是方向，研议修法的内容。来，各党团有没有意见？是有期待附带决议的方式。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再讨论一下，也大概只剩下这个方式而已了。好，那黄国昌委员讲的没有错了。其实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我希望说今天这个大家条例是一个大家有共识底下，不要说来这个表决能够处理到大家也，比如能够接受，安尼来投给上好，因为这是政治问题嘛。啊，这嘛是讲是讲，你这样从用这个观念出来，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引发的。法律的程序跟法律的法理性的一致性上面哦，有现在有，那听一听就知道，不要干单掉了。啊，因为从你附带决议，霞姐哈，用研议，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是附带决议就是行政部门就是研究一下，结果大家就不论了，好不好？总召，这个意思哈，柯总召，我的意思下出来是要写一个比较周延，就说你下出来用就研议啊，研议结果是怎么样？那是后续的事情。对，研议是要他们就这个拘留的部分做一个能够未来修法的内容的方向，因为你现在有很多的法条，你去研议出来嘛。如果像我们这样单独提出修法，会涉及还要许多法案的配套，那对行政部门跨部门的，他们送进来一定是经过行政院会，所以可以请他们就这个拘留的方向来达到这个吓阻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修法，请他们提出方案出来，因为那个一定是涉及很多部会的。如果你没有直接研议研处，我们也知道研议研处以过去我们的经验都是纯查，不了了之，很清楚嘛。我们要和稀泥，还是说我们立法院要督促行政院不要立法怠惰嘛？我们今天所看到他对这个条文只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立法怠惰是我们立法可以自己提案，不执行的。这个我建议了啊，因为今天必须处理一些共识的哈。嗯哼，那没有共识的部分，行政部门的确有一些好的建议，你们应该要做审慎的处理跟回应。那比如说这一条其实就涉及到 0.25 的问题，所以是未来我们刑法那一块可能会处理到，所以刑法那一块处理的没有问题，的时候上没有问题，对，但是那个 0.25 的标准是不是永远都是 0.25， 还是会再调降，所以我们还是在 0.25 以下的特定状况的时候是可以有所谓的拘留这一类的。好，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在立法上面，或者是你行政作为上面，你们应该去研拟的啦。好，那附带决议是国民党党团要来写，还是怎么样？请交通部写，还是要交通部来写？那个林部长，交通部写，我们修好了，这样好不好？这个啊，这个部分是不是纳入就是内政部的那个设？现在他们要用附带决议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态度啦。嗯，那这个是由你们交通部来写，还是要国民党党团来写？因为是你们的国民党党团的提案嘛。我们是不是他不晓得你们的言意？好啊，如果你们国民党党团来写，让大家来看会比较好。那智慧，我们写。好不呢？哈，你哥一下找到没问题的。我们来写了哈。那我们到时候把它变成附带决议这样子，然后大家有意见的话就附带决议，好不好？六，就这样子了。我们请国民党党团会同交通部来研拟这个附带决议给各党团呐，好不好？好。好，那现在就进入那个所谓的酒精所得问题哦。来，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是就是这个审委员，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哈、哦？
就那个酒精所的部分、啊、我们上次第四次协商谈了蛮久啊，也把您的高见都纳进来，是不是到三十五条之一在处理？我的理由是齁，我就直接讲齁，在立法技术上齁，我先不讲它跟吊销驾照彼此之间的关系，你现在直接插在所谓的三十五条的第二项，那违反的法律效果在哪里？就你有一个行为要求嘛，那行为要求完了以后，违反的法律效果写在哪里？我就要回应你的话。这个黄伟，那天我们在协商的时候哈，那个把它放在三十五条之一是属于处罚的嘛，对不对？罚则嘛，对不对？可你在罚则的时候，你在原始条文里面如果没有应装酒精锁这个基本条文在里面的话，你后面怎么会有所谓酒精锁的处罚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跟你讲的是齁，那天因为那天起草是你起草的嘛？不是我起草的，我那天第四次的协商 我在做的功能就是希望把大家的意见整合进来，提供一点法律的建议。那三十五条之一是当初构成要件跟法律效果都写进去了，也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以及不做这件事情的效果，那时候都写在三十五条之一。那你现在如果把要做这件事情写在三十五条，那却没有相应没有做这一项的法律效果，那个整个立法体力上会乱的。有啊，你三十五条之一不就有写？对，但是三十五条之一是同时处理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以及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法律效果，那时候都写在三十五之一了。对，你写在三十五条之一。对对对。啊，可是你如果三条之一你要处理这个事情，你前面没有在三十五条里面写规定要必须装酒精锁的话，你怎么去处理？没有没有，在三十五条之一哈。在一定的情况下要装酒精锁的这个行为规范、哦、所谓行为规范就是你要做这件事已经写进去了。你那个是再犯吗？啊对啊对啊，我这个是一旦是犯了犯，你知道有酒驾行为之后，为了避免以后你再发生悲剧，我不要占你第二次了。不，那现在、哦、就变成了就应该装酒精锁，意思是这样的。对，那现在你是再犯没有，现在就变成了是说当初那一天是综合大家的意见嘛、哦、那现在听起来审委员的意见是显然是说要另外再有一个行为规范，那个行为规范是说你如果被抓到酒驾，那你就要装酒精锁。对，而且只限于汽车。好，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就回到我的问题，就是你在这边做了行为规范、哦、我们先姑且不论它跟吊销驾照的关系，你在这里的行为规范，这个是一个新的行为规范，已经独立于三十五条之一，你增加了这一项可是没有法律效果、欸、为什么？因为你上面没有写啊。没有，你后面三十五条之一就有啦。没有，三十五条之一处理的是三十五条之一的行为规范，三十五条之一有一个行为规范，也有个法律效果。那刚刚您的说明是你今天提出来的不是三十五条之一的行为规范，是另外一个行为规范。怎么会？都是属于没有，审委构成要件如完全不一样。你要达到你的目的。在三十五条之一来讨论，为什么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他三十五条之一是再犯，啊，再犯以后等于说已经又发生悲剧才再犯嘛，啊，这个是一开始你只要有酒驾之后就要装，这是个防治概念，不要让他在第二次在酒驾肇事，我的利益宗旨跟你的有些小小出入，你那个是再犯处罚，没有，我知道嘛，那所以我还是要回到这边哈。我们初犯就要求他做这件事嘛，这个是您的立法意志嘛。但是我现在跟您讲的是，你没有法律效果。怎么会没有法律效果？写在什么地方？你写在法律里面，难道没有什么法律效果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现在只写了吼，说你如果初犯就要装酒精锁嘛。对呀、啊。啊，那下一个问题，那我如果没装呢？那要处罚喽。那写了在哪里？对。根本没有写啊，这个就是我刚刚不有，你就没有他的处罚的条例写在后面呢、啊？没对、啊，但是我现在从修正动议从整理出来的条文，我完全看不到啊。那我们现在协商里面可不可以把它写进去？就是大家要不要去装酒精锁的问题啦。当然你要质疑我这个提案修法不够完备啊，没有想到它的有这个立法之后没有它的罚则哈，这也是我当时在写的时候欠缺考虑的嘛哈。所以你当初帮我写是写到酒驾再犯嘛？可是我回去想、那个、应该是酒驾发生之后就要装了嘛哈。审委没有，我再跟审委员讲一个概念哈。目前就是说，我国法
所采取的规范体系是，你一旦酒驾了以后，是马上吊照，就是你不准开车了。国外是酒驾了以后，它还有一个中间的前置处分，那个前置处分是说，我没有不让你开车，是你可以开，但是你一定要开有装酒精锁的车。啊，你如果再出事，我才进入吊照的阶段。那目前我国的道交条例在这方面的规范其实是比外国法严，也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前置处分，你只要一旦酒驾不好意思吊照了，你就不能再开了。所以就是说，我管你有没有装酒精锁的车，你这一个人在吊照的期间当中，先生不好意思，你不能够再开。那你说，那他如果再开呢？再开就马上的进入所谓终身吊销驾，终身吊销驾照，是你这辈子永远都不准再开了。这个好，那我赞成你的说法，可以。我们到三十五之一再讨论，再来处理啦。又见到一万，再把你的意见纳入在这里的三十五之一啦。三十五之一再去再来讨论。好啦，因为现在这边你的、特别奇怪啦，都是同样一个酒精锁。好，那这样子啊，三十五条还有一个大概是一致啊，这个你们当时当场一致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照、执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那么这个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照协商结论来处理，好不好？好，那三十五条这样子，我们该处理的都差不多了。没有、啊、连坐，还有连坐在没收了。连坐在第几项？公车共责了。在第几项来？那连坐没入了。现在还有两个争点啊，像是比较前面是同车共责，像是比较后面是车辆没入。对啊，这两个都要讨论啊。车辆没入，车辆没入，我有三项建议。同车共责在哪？车辆没入。你们去帮一下院，去帮一下院长嘛，哎。对啊。那个就是那个在我看第几项里面有讲嘛，汽车驾驶人于五年内违反第一项规定两次以上者，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并当场没入该汽车及吊销其执照。嘿，就在那个地方加个没入。好，来，那么在2月26号的协商啊。是汽车驾驶人有第一项第一款之情形，其同车乘客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之罚款，但未满18岁及年满70岁之人，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之人，汽车运输业之乘客，或经举证有欠主或不知情之人不在此限。好，大概就是这一个条文啦、啊、好，对不对？来啊，大家针对这个协商结论有没有什么意见？来，请黄委员。那个我先直接针对交通部今天提出来的修正建议啦。对，今天交通部提出来的修正建议跟今年二月的时候其实大家达成的那个共识的条文它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构成要件上面，是只要有进入行政法的酒驾的时候就有这个责任。那你们现在是把标准提高成有刑罚的状况，也就是要到 0.25。 好，那第二个不一样的部分是除外条款在共识的版本里面本来是有经劝阻或不知情不在此限，那你们今天所提出来的条文把这个除外条款给排除掉了。但是我要提醒交通部的事情是说，就除外条款就举证劝阻或不知情的要把它除外啊，那个是交通部之前跟法务部一起建议的条文啊，
就是之前在第二次协商的时候，条文就那个协那个很清楚啊，是交通部跟法务部建议说要有这个除外条款啊，大家为了要促成达成，也就接受了啊。你们怎么今天又走回头路，把当初建议的那个除外条款又自己把它给拔了呢？啊，第三个是那个财罚的金额，因为财罚的金额本来是6000到12000嘛，那你们是大幅下降，降到600到3000元，就是我归纳哦，针对同车共责，今天交通部所推出来的条文跟之前达成共识的有这三点的不一样，那我要跟交通部哦稍微说明一下，是说日本的同车共责是。都规定在刑事处罚的法律当中，也就是他一开始就是用刑事处罚，而且他的刑事处罚哦分两种，一种是你同车的呢是达到不能驾驶的，这是一种处罚；另外一种是虽然没有达到不能驾驶，但是带有酒气的，这是第二种处罚。这两种处罚都是刑事处罚哦，但是。带有酒气的，因为那个酒精的浓度还没有到，就是说我们概念下面的刑事处罚，而是只有 0.15， 在那里他们就是用刑事处罚来加以处罚，只是刑度比不能驾驶稍微低一点。那一开始我们在讨论这个条文的时候，知道说一开始在台湾，如果就同车共责的部分一下子用采取用日本的刑事处罚的这个部分，怕冲击太大，所以退而求其次说好，那我们就在行政罚的部分来加以处理。那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退，就是说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退步，或者是说不要一步到位的时候，你在针对那个开车的人啊，那个酒精的浓度，你又再把刑法那边的标准搬到这个里面来，那你这样会有一个效果，就是说你把刑事部分那边的标准跟行政部分这边的标准，然后透过你这样子的调整又混在一起了。那混在一起了以后，你会限缩立法者未来一个可能的空间，什么样的空间？是说当在达到刑事处罚标准的酒醉不能驾驶的时候，同车人的责任未来在刑事法律里面，在那种太阳下面去规范的可能性，因为你突然把刑事那边的标准拉到你现在的行政法规这边的标准，那这样子的立法设计跟排除未来在刑法里面去处理同车共责可能性的立法政策，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老实讲了哈，我没有坚持，我只希望说台湾能够顺利的踏出这一步，但是。包括了在排除条款里面，按照你们当初的建议加进去，啊，协商大家也都同意你们行政部门的看法，啊，你们现在又把它拔掉，真的会让大家有一点无所适从。所以，那我也知道了，吼，过去的事情不是你林佳龙部长的责任，那是不是今天就让大家很清楚说好，行政部门你们的底线在哪里？是不是就像你写出来的这样？还是？包括除外条款，包括 0.25 以及包括财罚的金额，都还有在调整的空间。那我讲一下了。好，来，请柯委员。第一个哈，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啊。那这个有关于连坐处分的问题，以及包括处罚性赔偿，这个在上一届蔡正元委员就提出来啊。那黄章委员所在意的也大概是两个，因为他版本里面这个东西。那很清楚，这个是从日本那边引过来，日本是整个法律，整个他的法律，日本民族的守法性等等都不一样，一行进耐久都要罚了。好，那我们是弄了这两个过来。好，那再回到说刚才讲的说2月26号，不管怎么样，那时候是我会再讲强调，就是说2月26号那个没有朝野党团签名，那东西大概讨论的一个基础而已。会所谓大家要照这个来走的共识，那这时候以大家没有签名，当然就是这个争点嘛，包括莫鲁这个争点，所以大叔所有党团不敢签名嘛，不敢签名是在这个地方。好，那现在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连坐的问题啊，黄章委员当然一直讲没有错，是行政法
刑法第十条规定很清楚了，是有义务，你有义务要做的事情，你该注意没有注意，所以才要罚你。同车有没有这个义务，没有先规定清楚，那你就是连坐的，你只讲车来该罚，这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了哈。当然我们要把这个同车也要连坐，那是我们政策性决定。只要在法律上，行政法第十条是规定是很清楚嘛，一定要先规定有义务。我们现在是以同乘共来接人哈，是拟制义务而已啊。啥驾照义务？你该注意，不在动作人上面，那才是个义务。你最好搞该罚嘛，还有罚则等等。或者边爱人哈，让这个是第一个，你要先规定下义务。但是我们没有规定，只是说马上来罚。这立法体系上面，我们现在要不要走到这一步？那可以讨论。所以他本那现在处理就是拟制义务啦。我觉得你解读我这是立法上要考虑的问题哈，没有问题。第二个，黄章伟所提的版本里面，就是说啊，到这边了，没有举证，对吧？也裁下过啊，欠主，你是讲有欠主以后就排除嘛？那这个责任是在谁？在我合宰人，还是要如何当警察机关要如何开罚单的问题啦、啊？啊，你这个是要有欠主就排除啊？那要欠主排除是变成举证责任逆转哦？那举证责任逆转是可以不可以？要怎么去责任举证责任逆转？这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啊！你完全把导致的、啊，你也证明我讲嘞，这一门你唔能塞车，你想酒醉，我还想录影起来，按唔到我都，我告诉警察边个开下单，是不是？啊，警察不管咱啊，拢该开落去，我装着炸来拢该开落去，对不？啊，我会收钱啊，我唔知伊到底饮酒啊，有没超过啊？我偏要派去啊，啊，这个很多问题，所以呢。那只有一个方式嘛，你不举证责任导致的话，就变成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开，你知道到裁罚所去挤嘛，啊，不要到各地法院到法院去打官司嘛，这样引申问题大家想一想，全部要想清楚哦。你只要哦不这样的话，就是变成导致嘛。你要证明，我要证明我有跟他告知这方窗的想法，啊，举证责任导致这干脆搞，啊，最后大家分清楚，所以呢。然后交通部，我们礼拜天有大概的针对这个问题也讨论一下，我把它讲完好吗？我们讨论一下，就是说，好，那是不是来弄一个好了？我们也既然大家对这个哈连坐的也有一种希望，就是说，这个在酒驾防治上前，两个人我就连把这个观念引申出来，那又可以做了，所以才有所谓的说到底。那就是行政法和刑法之间，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有江乃新委员的版本，有其他委员的版本讲，你看还有说饮酒的样态，行，哦，那你要把，我唔知伊到底有饮酒啊，有超过标准无啊？所以讲，一看，我讲你有样态，有酒态，所以你要去把它制止，好、哦，这是江乃新委员的看法。那这个大概修行，等于打龙变成来矿苗，换感情呢，所以这个很难啦。我们今天要立个法，就是说可以做了，那、啊、可以做了，我们也要导入这个观念也没有关系。那法律上要把它弄清楚，那而且要确实是可行。所以你在讲，那假如是0.25的时候，已经超过那个标准，新法的标准了，已经很明显的了，0.15、0.13、0.12，我那才有超给不超给，所以这纠结嘛，所以干脆就是第一个，大概有办法执行，那啊，有办法遵循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所以讨论是0.25，我想交通部的意见应该是这样一个0.25嘛。那个啊，第三个队长，我好了，那我把讲完好不好？我讲掉，黄国昌来讲过导龙顶嘛，听我讲完要修听一下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我们很重要，什么才会发言呢、啊？第三个被罚追，还可以谈。要罚，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要罚多少是可以谈。那这个制度要能够处理落实，也可以谈。但是呢，举证责任导致的话，事实上有很大的困难。好，来，请黄委员再江委员，好不好？
没有，我整体的意见哦，我刚刚已经完整陈述了。不过我是建议说，我尊重各个委员发言的权利，但是不要去扭曲别人所讲的话。我为什么这样讲？举证责任导致我再讲一次，举证责任导致是当初交通部跟法务部要求，按照你们修正条文这样做的。那怎么会在讨论的时候，把交通部跟法务部当初要求，大家为了要配合你们呢，而答应的事情，塞到别人的嘴巴？讨论的，你要讨论条文，可以来讨论条文啊，不能够这样子做啊。保护在那里哈、哦，好来，所以这就解了。来，姜委员来，当初有没有答应这个？你们当初答应，我们现在重新来看待都可以的。保护在那里，因为那种协商的场景大家很清楚了。总的那个讲话，我们委员讲完之后，我们请法务部跟交通部再说明来。我想我试图要厘清啦，就是说我看交通部的建议条文跟二月二十六的协商结果，这中间最大的差异就是说、交通部把罚款往下调，你调600跟3000吧。那原本协商的是12000，6000到12000，但是这里面排除掉这些有举证的。但是交通部现在的修正条款是把举证这个全部都拿掉了，是不是因为你们考量举证困难，对不对？举证不易，或者举证上面会造成的一些法律争议，以至于无法达到惩罚的效果，所以你们干脆就变成是说，只要达到一定标准，同车都是共罚，然后但是把罚款降低。好，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厘清的地方，因为如果要避掉刚才柯总召一直强调的这个举证责任问题，可是我们又要落实所谓同车都有责任去提醒驾驶，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来考量说这样的罚则恰不恰当，好。我也同意说，举证的确会造成法律上很多的困扰，可能会衍生很多的这个法律诉讼出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比如说0.25以上才要，还是0.25以下也要？我的看法是，既然我们对酒驾这件事情都这么重视，也都一直讲零容忍，那其实所有的人今天坐上这部车，你就都有这样子的责任来提醒驾驶说：“啊，你有啉酒哦，我不管你啉偌济，你有啉无？啊，你若有啉，啊不你卖亏。我不管你0.25或0.15或多少嘛。所以今天你只要酒测了，被抓到了酒测了，就算0.25以下，是不是同车的都也应该有责任？对不对？大家都参加这个餐会，大家都要这个聚会，我都要让你在。”我作为一个乘客，我为了我的性命的安全，我也为了确保别人的安全，我去做一个提醒的动作，这个是无关乎0.25的问题啦，这个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问题。如果今天大家对这个事情态度都是很慎重的，大家坐车进前问司机啊，你要开车，你有没有喝？有没有喝？不要说喝多少，你有喝就不要开，不然喝酒不开车是讲假的啊。有喝就不要开了嘛，好，要么找大家，要么坐别人的车嘛。所以我是觉得交通部去把所谓的举证这一块啊，设法避免他的困扰，我同意。但是怎么来罚，这我们来讨论。好，现在是好，没关系，我现在是吴委员，然后再承办立委员，再承，然后再请两个部会讲啊。现在的问题只有三点啦啊，第一点。举证责任，交通部觉得还是说法务部觉得举证有困难，所以他们选择不要有举证啦，就很明确啦。都讲车你都是罚钱啦，然后他把罚款把它降低啦，好、哦，这样我讲的对不对？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个不同就是有0.25跟没有0.25啦，交的这三个问题啦。好，来请吴委员。好，这个。我觉得啦，哈，这个经举证有劝阻或不知情之人不在此限。我觉得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哦、我觉得有劝阻这件事情是很难证明的啊、哦。有劝阻为什么最后还是被抓到？就是你劝阻无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把18岁以上、70岁以下的人才处罚，对不对？那意思是说，这个阶段人，他有能力选择要不要坐酒驾的车子，所以他即使曾经劝阻，没有有效，结果也坐在上面，哦，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还是会处罚。哦，因为你如果是属于18岁以下、70岁，可能你自己移动困难啊，就已经在荒郊野外啊，我不坐他，我叫他不要开车，他硬要开啊，我也没有别的方法回去啊，哦，所以也没办法，我只好坐上去啊。我虽然劝阻，哦，这样就罚我啊，哦，但是他可能就想，你心神都丧失了，你什么精神都障碍，18岁。是壮年人，自己要想办法，一定要劝阻他。好，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举证也困难了啊。另外一方会被抓到，表示劝阻无效嘛。但是有一个事情应该不能排除，就是不知情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不晓得你要怎么样知道人家有喝酒，而且他血液里的浓度是多少，他呼出来的浓度是多少。哦，也许我讲，一般来讲可能是闻嘛，啊，有些人酒量真的很好，血液浓度已经很高了，讲话还很正常啊，哦，但是他是不该开车，但是我又不是那个仪器，我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超过啊，哦？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我假设一个最简单了，一般用鼻子闻嘛，啊，哦，我如果证明我嗅觉失灵呢？他不就不知情吗？但是他也没有心神丧失，他又在18岁到70岁之间，也没有精神障碍。啊，你说他要罚他，他真的不知情啊？好，所以要举证的话，就举证不知情这个好像还比较好举证呢，啊。啊，你说曾经劝阻这件事情，也许可以再考虑，是不是还要留着？哦，这样子。陈曼丽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想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情不知情了，大概就很难去证明了。我们即便心里是怎样想，和嘴巴是怎么讲是两回事哦。那我想是说，我们在这个举证的这个部分，其实后来我也是认为是说，举证真的是蛮困难的，因为你不可能是说随时跟你的同车的人随时是在录影。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出证明，要怎么样去证明呢？这个就是很难。那如果是说警方在做这个裁决的时候呢，他为了省麻烦呢，他如果按照原来的这个协商的版本的话，他可能就是说全部都给你开罚单，开了反正就是后来你再去申诉嘛，哈。可是这个事实上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变成是说我们在裁决的这个部分就要再去提证明。那我们都知道是说你要提证明，如果说很困难的话呢，你就变成是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大概就是缴罚金。那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是酒驾零容忍，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这件事情事实上是让同车的人他在做最后一道防线，他去在这个部分再做一次的提醒。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法通过之后，我们也很希望他能够加强这一方面的宣导，让同车的人知道是说他是有这个被要求的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用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我们也很希望让执勤的人他在这个部分，因为规定非常的明确，没有模糊的空间，让这个执法的人他也会非常的就是要开罚单或者不开罚单，他有一个根据。所以呢，我想是说我们其实是要让这件事情能够可执行，然后让他能够让同车的人他们可能因为我们会加强宣导，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也一定会知道是说我们在这个最后一道防线的把关在每一个同车人的身上。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再去继续强调，就是说开车的人真的是不要喝酒。现在其实我们到各参会的场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的人他在挡酒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啊我有开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国人已经有些的观念，而且也在落实，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有一些的人他可能还是自己节制力不好的话，我们就很希望别人能够再做一个节制的一个行动，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同车共责的这个部分呢，能够让他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提醒大家。以上。好，请华务部。爸，刚才已经才是华务部讲完再请你讲，没了，有了。好，好来，好好来。好，院长，好，各位委员。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啦，因为同车共责是重要的一个步骤哈，可以预防酒驾。但是当然，刚刚各位委员有提到，甚至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会提到说，担心在真的取缔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的建议是，是不是就是副驾驶座，我们就限缩在副驾驶座有同车共责的义务。我的论点是因为其实他的这个酒精的浓度真的是如果比较低的时候，坐在后车座其实不见得闻得到了。还有另外一点，其实要判断他有没有酒驾也是要看他的那个在行驶的那个行为嘛，所以副驾驶座我觉得是应该是负担比较重的这个责任，更不要讲说最后你如果是监视器在照的时候，就副驾驶座是照得很清楚，坐在后面有时候塞在里面，你根本就在夜晚行车的时候其实看不见。所以我是建议啦，就是我们同车共责的部分，就给予这个坐在副驾驶座的这位乘客呢比较大的一些责任，也希望说他能够做到这个协助避免酒驾的工作。至于坐在后面的，我觉得就因为执法的困难度，再加上有时候要避免这个酒驾的，他如果报复性的，他开车他到处去载一些他想要报复的人坐到后面去，那个其实我觉得坐在后面其实这些乘客是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去察觉这个驾驶是不是真的有酒驾的问题了。我的建议是，具体建议就是修正或者在这个说明栏里面说明是副驾驶座的这位要负这个同车共责的这个责任。好，以上，谢谢。好，陈委员，这样我们以后大家都不坐副驾驶座了。陈委员，我们请华务部来说明一下来跟交通部。哎，首先我们要麦克风拿近一点，麦克风拿近一点，我来注意一下。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下，法务部从来就没有主张说这个要举证责任的倒置，因为依照行政法的规定本来行政机关就是要负举证责任，但是我们当初是立即就是这个其实警察机关你要他去执法的时候是有困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交通部建议的这个条文我们是同意认同它的第一个，把它从1.5改到0.15改到0.25因为这样的部分那不需要去这个再做一些举证责任的倒置，那因为0.25看起来就外观上是比较容易认定，那而且把原来从这个6000元到12000元的罚款把它降低到这个600元到3000元其实这个降低的意义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日本他们是实施有年了，但是在台湾你贸然要实施这个制度要让老百姓有一个时间，我们法律的规定要有一个教育，有一个宣示的意义那么财阀这个降低这个是比较适切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在这个时候就不要有一个举证责任的倒置，因为这样的话确实警察机关在执行会有困难好，那林部长呢？就是当然我们交通部后来建议的文字是比较具体可行了不管是定在0.25或0.15总是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不然那个举证真的会或知不知情比较容易有争论那至于说这个罚款的这个数字我想大家从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在规劝以外，也是让他们可以去婉拒很多人的敬酒因为我们的文化我想美琴立委也有提到，你自己别人认为你酒量很好，喝一杯不要紧，你很难挡，可是你同车有人其他的人你说我还要兼顾其他，那些也会受罚，是我们希望形成一个社会氛围或同侪压力，那因此这个钱多少倒不是要重罚我们是要预防，如果他今天发生了要重罚，因为他有责任，今天是我们预防一个酒驾用社会的压力然后也让当事人不要有就是因为自己的酒量好
朋友就说啊，你都拎起回来啊，喏，啊，你也说哎，别塞哦，我还要载别人呢、啊，所以是不是这个财阀的这个啊这个金额啊，不一定要很高，啊，这点是我想综合来看哈、哦，就是啊、就是同车共辙，事实上是为了要不只是给那个司机开车人压力，其实是给外面在应酬的时候的压力可以。好、哦，他可以帮他挡掉。这个好好，这个等一下我讲完之后。好，这个从早上九点到现在，这个135条也讨论3个小时了哦。好、哦，那我觉得我们就讲重点了哦。这一个问题，这一个争点，就是交通部把所谓的举证全部取消，反正你只要是同车，我就都罚，但是。罚款把它降低嘛，这样子不要再所谓的举证，因为举证就程序就是很困难呐、啊。好、哦，那罚款不要那么多。第二就是要不要0.25以上，这样就是这两个问题。大家就表示这样的意见就好。我要去程序委员会发言，可以先让我讲。我是比较反对定到0.25这么高了，因为0.25就已经是刑事，已经是没关系。那你觉得多少？我是建议0.15了。好，那如果有0.15的建议，因为0.25已经真的太高了。那再来的话是，我觉得当然也许觉得6000原来太高，但我觉得600这也太低了。那么有我们在金额上做一下讨论。我先讲一下吧。好，来请各位。我想今天刚才院长讲一句话。我已经3个钟头，我觉得这3个钟头都是有意义的，哦，大家讲的都很理性，在谈很多事情啊，不完结，而且大家都可以互相，哦，哎，好，互相来讨论哈、哦。第一个，定这个条文，当然是一个我们要谈到一个可执行性，可执行性很重要。你定了无法度执行，大家刚刚小狗要欢迎。就找那，然后再让法院去，这个很麻烦，然后引起民怨。第二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日本是整套的，日本整套我们这个不很完整的。但是呢，我们希望说有这个观念的引进，有教育性质，全民说啊，你有就大概买一节，好、哦，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认同的。那基于这个。观念底下，我们再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黄章委员在讲说，以前有是交通部提的有结论，然后刚才法务部也讲得很清楚，从头到尾他是没有赞成的，啊，这是所以为什么这个法案实际上事实都没有结论，有四个争点，第一个就是行政责任逆转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另外就是惩罚性赔偿，第三个就是郑宝清的是非车牌。第四个就是因没入违宪的问题，违反比例原则，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没有真正好好讨论，所以呢一直停下来不敢签，这个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问题，就是说综合大家的想法，我想都很清楚了。那你说你饮酒就醉哈、哦、喝酒了，要怎么去判定哈、哦、问题吧。啊，判定他有没有喝酒，我有酒精，我平也无平酒，我只要不要唔知啊。好、哦，那甚至说我明知他有喝点酒，但是我不跟他，要自己，只要是自己父亲开车的，我做儿子看他喝酒，一定跳上去想要个倒叫狗嘛，好、哦、个狗嘞。所以很多现实的问题哦，当然我觉得我们要面对。那假如大家都觉得。教育部现在提出的观念是没有行政责任倒转，因为行政责任倒转才是最为高。另外，我们要面对一个，对，您听我讲完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方法上面是有责任原则，第二个义务原则。我们这个是跳脱责任原则，叫义务原则，是拟制义务了。哦，是当然，这个是跳脱行政方法第10条规定，我们要接受也没有关系，做得到就，就是有这个至少教育的意义。所以我认为现在是结论，假如说大家都同意的话，为什么定0.25？是0.25哈，咱就看得出来的，你们就啊，就不就当了。有人无同款嘛，有人哈，有人0.15以后看不出来，评不出来啊。有人我评也无评，然后很消极。那至于是不是陈一鸣讲的，是不是要互作的问题哦？那个就是衍生出来的，所以剩下要陈一鸣委员的意见嘛，哦，还有
这个可行性的时候，0.25是一个很容易判定这样的啊。那个我们来处理的，还有金额，因为这个是教育性质的，所以说这金额酌减，这应该我们来处理的哈。因为理由大家都讲的差不多了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有举证责任呐啊，就是直接呀，反正。但是罚款不要那么高了，对，降低了，对了、哎、那是不是要接受交通部的金额的罚款，这个先去、好，同意，那要不要0.25？可以的，要了，好，那就这个就照交通部的意见通过了。对，阿姐哈、哦，那个不要，那连坐一开始哦，连坐就同车共乘了、啊。对了，阿德连坐，这个就是同车共乘的连坐了。对 对。只是金额罚款没有那么高而已。对了，都是宣导期啦，宣导期。算是，如果因为是共凯哦、一起坐车嘛是该无辜啦哈、哦啊。我是嘿，大家拢会惊死啊啦哈。好，那就这样子了、哦、啊，就是0.25，然后就是3600了啊、哦。那排除条款就是18岁以下跟70岁以上，还有心智障碍或汽车运输业者。好，现在进入到末路的问题跟一致的问题。来，这一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末路的问题很简单嘛，就很清楚。那就照要不要啊？就末路嘛。因为末路之外，其他就稳健，周围违宪要比原则嘛。那这样是照交通部的意见，很完整的。交通部意见是什么？是末路啊。又加来，你看呢、啊？走就在那个加在下面那一项，在下面那一项，来汽机车驾驶人有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情形，肇事致人重伤后死亡，得依行政法法第7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规定末路盖车辆。好了，这样可以了，好不好？好了，说明一下好了。不要了，不要说明，因为行政就是可以就可以了，已经很思考了，超延性够了，好了，没说明了啦。来，共姐们，因为过去在这个观念上，阴谋论这个观念，为什么改这样要又？后了，好了，那就好。那现在啊、哦，所有的条文大概都处理完毕了哦。第35条啊，对，好，那35条好，就处理完毕哦。好，这个末路的部分就照交通部，那连坐的部分也尊重交通部。那前面刚才有几点，刚才都已经讲过，都有记录啊、哦，就是包括啊那个处罚啊，这个啊。分流没有问题，那累案的也没有问题，那个都刚才都宣布得很清楚了啦啊、哦。那请那个交通部哈、哦，35那个35条，我们国民党的附带决议，这样大家都写一。不，那刚才已经宣布过了，我宣布过了，好不好？那个林部长，我们现在12点，那我们休息30分钟给大家。好，40分钟给大家上个厕所吃个饭，因为我们已经3个小时这个不人道没有上厕所了啊、哦。那40分钟，12:40我们就讨论35条之一啊、哦。啊，35条赶快整理文字啊、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致就照交通部，它是一致末路，就照交通部。一路末路刚才就是照交通部。不一样，哎、啊，那个也是交通部。对，照交通部。然后这个就是这一条 B， 这是完整的条目，就请交通部大家再完整。